好，同仁，大家早安吼！大家辛苦啊吼！好，拜一啦，较早阁开始开会。啊，咱正进行迄个消防局甲劳工处的谈论质询吼。好，啊，请相关主管来列席报告台。好，等，先紧张啊！啊，先让我们进行第七次会议啦。先请那个秘书长来上，先主上次议会议事录。杨先生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到第六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4日下午20，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3人，请假议员陈正仁议员1人，列席议员人县政府环保局代理局长康立和、综合计划科长郭宏志、空气噪音管制科长陈文谷、水污染防治科长黄秋龙、废弃物管理科长叶清峰、设施及检验科长马传庄、行政科长卢思祥、会计主任钱雅文、人事主任吴炳昌、政务室主任薛文伟等。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会长齐山，20:43-6:24止，黄衍定和6:13-6:24止。记录有异话，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议员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五次会议议事录，执行事项环保局业务执行及答复。执行议员黄建龙议员、陈福山议员、张明华议员、邱家进议员、陈汉忠议员、江碧华议员、刘天武议员、陈孝仁议员、吴秋林议员、尤祥德议员、陈杰林议员、蔡文丽议员、陈德茂议员、林希敏议员、林志宏议员、黄定和议员、孙汤议员、黄树琴议员等。答复人员：康代理局长立和、叶科长、清风、郭科长、方志、吴主任、秉昌、陆科长、世强、黄科长、邱龙、陈科长、文谷、马科长、传聪、薛主任、文伟等其他事项。环保局业务执行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事项列入，详如附件，并请我们县政府办理。上轮下午7:25以上。好，请教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那我们就存查哈。好，请相关主管啊列席报告台。好，我想叫侬不是少年啦。好，现在我们请第一位登记主席的林蔡文丽啊，来盖脚，好，请那个局长、处长来介绍我们的科市长哈，好，消防局长先，好，议长，各位议员大家早，首先我来跟各位议员介绍一下我的同仁。在我左手边的灾管科李隆基李科长。第二位，请坐。第二位就是预防科陈立毅陈科长。在第三位是我们抢救科林文雄林科长。接下来是训练科黄科长。接下来，部分。接下来的是第一大队陈习忠陈大队长。接下来在左手边这位是第二大队我们的那个许正昌许大队长，对不起，一时口误。来，后面的部分是我们勤务中心我们的吴醒山吴科长来。我们火调科朱科长。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紧急救护科吴科长，接下来是行政科黄小航黄科长，接下来是会计室主任黄主任，接下来是人事主任也是黄主任，另外我们的政风室主任韦主任是今年下半年度刚到的，以上是本局的相关的干部，报告完毕。议长、各位议员，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劳工处的三位科长，第一位是青年及就业职训科杨炳宏杨科长，第二位是劳资关系科洪雅玲洪科长，第三位是劳动行政科林昭满林科长，谢谢大家。要找你给我找了家，来，好来。盖小姐的。
你敢不信呢？头一摆做人。嘿。好，那跟你介绍一下。哦，介绍我自己吗？好，大家好，我是8月1日到任，黄琳娜，谢谢。好，现在我们请蔡文丽蔡议员。各位主席吼，咱两局处的局长、处长吼，所有的主管吼，咱所有的议员同仁，帮咱说所有的这个人员吼，大家早安，大家好吼。伫遮我先请教这个消防局吼，消防局长。即、这个咱今年啊，咱的即个警消啊，因为警察因有补啊，咱警消的部分，今年毋知拢共补偌济人？警消咱的人员啊，嘿，会当说明一下无？拢共今年105年度哈、哦，到目前为止，那个我们警察学校还是那个警大哈、哦，给我们补多少人？来，请说明一下，谢谢。哎，主席啊，蔡议员。我们今年在年初补17位同仁，那么本来在10月20日本来是预计补7位，那经过县长带我到内政部争取之后，今年在10月是补了14位，总共今年增加31位。以上报告。31位，咱宜兰县所需要的警消总共有多少人？我们的编多少？编制360位。360，然后现在目前有多少位？今年的预算是310个，那目前我们是247位，247位。对。啊，安尼个欠不哩济？欠63是。63应该还不到80%嘛？是对，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年吼扩编了120个。那今年只有补31个，所以在速度上没有跟上。但是我们明年可以增加51位，那后年可以再增加27位，等到民国108年就可以360位，完全补足。以上报告。哦，那安尼袂歹啊，我感觉讲吼，咱警消来讲，当然今麦欠缺的时阵，咱就是靠这义消来甲咱到协助嘛，吼。啊，当然啦，如果会当甲警消这个部分拢甲伊补足的时候，我想对着咱。啊，整个宜兰县救灾也好，啊，对着救护也好，我想就会当有真大的这个帮助吼。另外就是讲，咱人员如果假设2年后咱会当补足吼，即马逐年嘛吼。2年后如果会当补足，啊，我是即马要请教你讲，今年105年来讲，咱的设备啊，吼，到目前为止，恁有感觉讲要倒位啊上欠缺？我认为讲救灾来讲。绝对要有设备嘛，无干那有人嘛无效嘛，吼、哦！我认为讲啊，即卖尤其即卖天候剧烈变化，尤其伫哇即个黄汛期的时阵啊，真侪救灾爱用的物件，也是讲即卖即卖大楼拢起较济，大楼起较济时阵，如果若有万一若有火灾的部分，咱的配备是毋是佫有欠三万块？你会当简单做一个说明哦。哎，马基，你讲，你直接讲。好，主席。感谢蔡议员的这个支持吼，像器材本身使用，按照财产申报法上面是使用一定年限之后得报废，但是只要能够使用，咱能继续来使用。那么目前的话，以简单咱这随身器材来讲，像伊啊，在2年前，阮停车包括警语消部分将近，我要300几领是。有可能在使用上，可比讲有破损啊，或是整个在功能上有降低。那么从去年开始，去年我们写了一个计划，4年忠诚计划啊，准备啊禁用将近600套的消防衣。那去年我们已经买了56套，今年买了119套，明年跟后年各买109套。那在后年之后，所有的消防衣都可以全面来更新。所以，虽然讲。即个器材啊备而不用了吼，阮随时来检核。那嘛感谢讲，县长吼，在明年106年的预算，包括资本门跟经常门啊，给消防局啊，资本的部分增加将近900万，经常门的部分增加将近2000万，这个预算已经送到大会来，贵会来，希望能够贵会给我们支持。以上报告。好，我想吼设备嘛好。哦，人员嘛好，如果咱拢会当补足，我想对咱消防局，因为这救灾，我感觉是爱考量优先啦吼、哦。如果你若讲这个有啥物随时，
吼，即、這个设备无够的部分吼，我是期望讲恁若伫追加检的时阵吼，会当佮馆长这边吼，佮提出来吼，赶紧。我会感觉讲，即器材我想这是上重要的啦吼。另外，我要请教你就是讲，咱即马雪山隧道吼，即、這个通车遮尼啊久啊吼，但是加检拢有一挂较旧的车来讲伫内底走，啊，若佮热天的时阵。我看真侪车拢排伫内底，啊，尤其迄温度足悬诶，咱若开车的人拢知，经过雪山隧道时阵，若伫热天诶时阵，玻璃甲蒙拢烧烧，吼、哦，啊，我认为讲嘛真侪车曾经伫内底捌有火烧诶状况啦，吼、哦，我认为讲咱特种分队啊，吼、哦，兼具着即个雪山隧道即个任务啊，因内底啊，我嘛要了解讲到底因内底配备甲所有诶装备，吼、哦，有够无？第一有够无？第二？伊个配备甲咱所有啊，诶，即个啊，一般诶，即个物件有啥物无共无？因为较特殊诶物件会当来指引着雪山隧道所需求诶即个状况。来，局长你答复者好无？感谢蔡议员。有关雪山隧道，自从通车以来，总共发生各种车祸有11件哈、哦，造成2人死亡。那蔡议员说，关心美管特种分队在防护雪山隧道这个部分，除了一般的消防设备之外，伊有两项物件是一般的消防队无。第一就是耐火服，耐火的部分就是讲，因为雪隧里面都啊，蔡议员你讲隧道密闭空间发生火灾，温度还管，所以有耐火，也温度能耐到1000度以上。哦，1000度。第二就是讲隧道有可能塞车，所以隧道本身。大型消防车可能在行驶上有困难，所以它有4轮传动的摩托车跟重型机车，里面装有轻型灭火器，它可以行驶在不管是旁边的车道，或是从车辆中间啊，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那在几次的火灾当中这2项的灭火器材都能够发挥功用。另外第3项大概它有，国内或是县内都很少，叫做排烟车，它可以。由消防车开到现场之后，把烟大量的抽出来。那目前这些设备，我们都经常性保养，而且功能非常齐全。以上跟蔡议员报告，谢谢。设备都很齐全啊，所以说如果真的有状况来讲，您也当地最快的速度里面来给您做这个哈抢救的工作了哈。是。另外，我要了解一下，就是讲雪山隧道哈，今嘛咱看得到讲，因高工局哈，咱看得到讲，隧道内底有一处啊，龟裂的这些的状况吼，渗水啊，渗水，我想因拢有做一挂物件吼，然后甲迄个水量导引去边啊的排水沟内底吼。啊，你迄、那个局长，你有了解讲，即、這个因迄个龟裂的状况啊，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即个雪山隧道一个安全吗？你有捌去甲了解无？如果若无了解，我就感觉讲，我们也要去了解看看吼，万一。如果龟裂的状况未来愈来愈大的时候，要哪处理，还是讲安怎？我认为讲这有关系到使用雪山隧道的现在用路人吼，一个安全啦吼、哦。我希望讲这个部分吼、哦，你私底下我感觉讲关心个了解啊。如果你了解一个结果吼，买当吼分析，还是讲吼大会吼，大家所有议员来了解啦吼、哦。另外就是讲咱昨昏吼，我想这个。新闻拢有讲到吼，就是讲，咱伫嘉义县吼发生着即、這个救护车啊、甲警车的车祸撞击的状况吼。我想，即、這个救护人的性命，即救护车绝对是上重要吼。人讲救人为大啦吼。啊，发生着即个代志，局长，你会当讲出你的看法啊，并且甲即个案例吼。来给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了哈，局长。主席、蔡议员、各位议座，有关拄我蔡议员讲的，在我所了解，应该是台南啦哈，可能我记不清楚，台南啦哈。台南。是拍摄，因为我这个事情在。我记台南啊，嘉义拍摄的啊。好 ，OK。所以我确认一下拍摄，应该是台南的部分啦哈。警车、救护车、工程车都有交通优先权，但是交通优先权它的先决条件必须要执行
任务或勤务。那我从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参与这个事情的调查或是相关的事情。我所了解的部分就是说，这一辆是民间救护车，不是消防局的救护车。那民间救护车一般都是民间啊，譬如说，县内的大的医院跟民间救护车进行契约上的定契约。那 K 有想那点，咱是唔知啊。但是救护车在执行救护是有交通优先权。那么这个警车按照报纸上的讯息，好像是没有把这个警示灯打开啊。至于他说是在追击要犯或什么样，当然就是事后他们要调查的。不过我马一点搞完东林贡了哈，虽然救护车有交通的优先权了哈，但是呢发生代志了，不管民事跟刑事的部分哦，总是要经过一番调查。不管你是完全没有责任啊啥，心理上弄会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我要求我的东林，只要经过十字路口，所有救护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吼、哦！咱你注意，别人嘛不一定会注意啦，吼、哦！啊，这嘛，给咱一个真大的教训，就是讲，有当时啊，唔是讲救护车甲民间的车相撞，啊，这次竟然发生两个直行中的车辆相撞，我感觉嘛是一个，给国内所有的直行车辆很大的教训。啊，这点，作用的提醒吼，我嘛甲我的同仁提醒讲，直行救护。经过十字路口啊，特别注意。感谢蔡议员的提醒，谢谢。是啦，局长啊，你讲这今天咱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啦。我认为讲，像南部发生这个代志，吼、哦，这个救护车甲警车来擦撞，啊，造成本来就是要救的人，啊，煞怎去过往去，吼、哦，啊，其他的人嘛无辜受这个受伤，吼、哦。所以讲，我感觉讲，像咱的同仁在塞救护车的时候，真正爱宣导。咱宜兰县嘛，捌发生同款的。案例啊，是咱的救护车加这个民车哦、喔，来擦撞哦。我就咱大家出勤哦，伫、喔、外口，当然咱为着要救护别人哦、喔，咱感觉时间的可贵，不过嘛是要保护着自身的安全啦。当然速度上哦、喔，对你讲的十字路口一定爱吼，爱、喔、爱这个减速一下吼，爱、喔、保护家己嘛吼、喔。啊，其他的部分当然就路况若好的时阵，当然咱以救护为优先啦吼。喔感谢迄个局长你的答复啦吼。另外一只吼，我要来请教这个劳工处吼，劳工处处长，迄、那个我请教你吼，伫104年的时阵吼，吼，甲105年吼，咱宜兰县查获的这个逃逸外劳总共有多少？你可以分别讲一下。查获件数跟人数总共有多少？好不好？麻烦你一下。不好意思，议员，我找一下那个数字资料哈。那就是我现在我们这边统计的结果，104年年底哈，到年统计到年底为止，菲律宾的逃逸外劳有70个，泰国5个，印尼468个，越南100。处长，总数就好，总数。啊，总数哈，104年的逃逸人数总共是709人哈，那105年统计到9月底，总共逃逸的人数是597人哈，那我们查获到的。什么？这条57条之一的，对，28件，总共有抓到的有28件。28件。嘿，28件。你说104年709人嘛？105年597人。597人。好。那嘿，处长，我今麦跟你讲吼，就是讲。逃逸外劳、哦，不仅仅是这外劳改伊个雇主，哦，改放弃伊个工作，然后走去尔。是。但是这逃逸外劳到目前为止啊，造成台湾有一些安全的隐忧。为什么？因为外劳只要走去了后，根本咱的系统如果若无去抓到时阵，根本都唔知伊走去倒，嘛唔知伊。伊到底做啥物代志吼？所以讲，我感觉诶，员工是造成一个治安很危害的一个状况吼。所以讲，我感觉讲将来啊，尤其吼，咱曾经也发现吼，这两年曾经发现说，外劳在街上
打斗的状况哈，所以讲我感觉讲恁对加强一定要加强哈，是，伫这方面来做着手，尤其一寡渔工，吼渔工啊，造起的状况哈，其实你们也要多加去关怀啦哈，是，因为尤其吼渔工来讲，因平时拢伫船上，啊无就是伫个港边哈，啊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哦生活的区块哈，我感觉讲。有当啊，恁嘛爱定期吼，较接去家己行行看看，嘛唔，咱唔是讲徛着讲稽查的一个状况，我们也是关心讲外劳到底因生活品质好啊歹，就是有诶，就是真正生活品质无好，吼、哦、啊，伊再想要走嘛，吼、哦、环境无好，当然伊无走，伊伫遐足艰苦诶啊，吼、哦、本来是诶，伫因诶国家啊要来时阵讲诶，甲即马实际来拄着状况不一样的状况啦。所以讲，我感觉讲，有的不是渔工，有的是看护，有任哦种种啊，哈、哦，我想对这个部分哈、哦，我们也要去做加强的一个动作了。好、哦，谢谢议员。哎，另外就是讲，咱目前呐、啊，咱的劳工处哦，对于青年就业的状况有哪些措施哈、哦嗯，来服务着这些青年朋友哦，你也当做一个说明嘛。有关于青年促进青年就业的部分哈，我们当然除了举办大型的就业媒合活动之外哈，我们也特别针对青年的部分，今年有农事服务团哈，那参与的青年就很多哈，那另外平常我们也青年交流中心也特别为青年的职涯发展有办理相关的讲座，那也有办理青年学院这方面我们都很努力在做，那个明年度也还会再跟教育处合作哈，针对未升学未就业的青年哈，有一些适性的发展哈，特别提供他们一些帮助。那对于青年的职业训练，像我们今年度也办了好几场的职场观摩哈，带领现在还在就读大学或者是高中职的孩子哈，去参观各个职业场所。那我们也提供暑假公部门攻读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去找工作的时候，那雇主都会问他说你过去有没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如果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工作经验，他在某职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那所以我们如果提供给提供公部门的一些攻读经验，可以让孩子们累积一些的经验，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另外我们也提供职缺送到家，就是有厂商来县政府这边登记他需要什么样的职缺，需要多少人哈，那针对这些职缺在他们就业媒合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我们就把这些职缺主动寄送到这些青年孩子们的家里，让他可以到这些公司去应征。处长，嘿，你都要讲的哦，你有办了很多的活动，然后请这些青年来来参加。那总共在105年到现在为止哦，多少的青年呐、啊、来参加这些的活动？你们有没有做统计？嗯，我找一下这个资料哈。总共有多少人来？好，然后你们媒合有多少成功嘛？嗯，可不可以讲出来？我们办理的那个2月26号的那个学术讲座有20个人参加哈，那有一个美容事业讲座也有26个人参加，有活用云端工具的讲座有22个人参加，那还有休闲产业未来愿景也有22个人参加，还有一个广播职场的体验有26个同学来参加，那个处长，是处长，我要的是毕业的啦，不一定是哦还没毕业的，所以说你都啊讲的就是讲你办了很多活动，但是都20几个哦，我想这是人次啊，不一定就是代表就是讲有较侪人来参加、嗯，但是就是讲有可能因有重复，所以讲我感觉讲相对的哈、哦，你们劳工处对于青年的这个区块哈，我感觉也无够，因为我发现哈、哦，我问真侪青年朋友啊，我讲啊您伫找工作县府哈，加、哦、这个职业媒合的部分哦，也是讲县府的活动，你们资讯有没有什么资讯？因嘛拢无啥清楚啊，所以讲我感觉讲，伫这个部分哦，要多多推广啊。好，所以你办一个活动，20个人来参加、嗯，那个我觉得那个
哎、欸，黑北跟他相合嘛吧？你们是为了哎、欸、年度计划来而来做这些工作，我就这安尼袂使你啦。报告议员，我们除了那些讲座之外，哈，我们的大型媒合活动，马健，你拢讲媒合偌济人就业嘛？你甲我讲，我们3月5号，没有，你甲我讲总数105年，甲今麦总数总105年到。好，谢谢。我们来报告一下登记顺序。报告登记发言的次序哈：25号、19号、3号、16号、15号、27号、4号、26号、31号、5号、11号、21号、22号、32号、17号、8号、10号、20号、29号、13号、14号、2号、6号、30号、9号、23号、18号、1号、28号等29个人。我上。好，请好，谢谢啊，请林烈显林议员。谢谢主席，咱两位局处长、咱所有的科长哈，啊，咱各位同仁哈，大家早啊！我想要先请教咱消防局哈，那个局长，你将对昨天发生的一个警车哈，跟我们这个消防这个救护车哈，这个对撞问题造成这个一死五伤哈，好，啊，现在责任的厘清，我相信你看咧新闻甲报纸哈，应该是拢知影嘛哈。但是呢，卡叔，这若发生在咱宜兰县的时阵吼，你认为讲这边要去落啊？这边要处理？我相信讲警车跟咱的这个消防车吼，吼一定拢一行讲一行有理啊。啊，姑且讲咱现在目前咱的结论不知安怎从啊？你认为说，我们单看报纸的新闻这样报道的来说吼，警车跟消防车谁的肇事比例？咱消防救护车，咱的司机是讲，警车打左转灯嘛吼，啊所以该敲下去，啊所以咱的迄个消防车该落去迄个沟啊内底。但是你觉得说，卡苏啊发生个意外，造成这个一死五伤，你认为讲你安怎处理？我想要了解你的这个应变能力。我在咨询。主席，各位议员。首先，我要跟那个蔡议员道歉一下。蔡议员，因为早上我看的是台南报道啊，正确地点我刚有查啊，是嘉义啊六角乡。我跟你道歉一下。嘻，我先跟你道歉，因为那个我看的是台南报道啊，所以这是我的时间，伊的时间，还是蔡议员的时间？是我。你来厝内报告，我对你带讲啥？是林议员，写潘写，我是要。对唔对？同款啊，什么会？你演拍摄，我因为讲一个事件，所以我先理清。这外时间是也时间。是，林演，有关这个案件啊，我刚刚已经有，做初步的报告哈。那这个案子它是民间的救护车，那，在执行过程当中，有一个60几岁的病患，那这个过程它是转送，不是紧急救护，它是转送。啊，也是在紧急救护法里面规定的勤务之一。那紧急救护法里面规定，有关紧急救护的部分是有交通优先权。那这一次的这个警车的部分呢，哈，他是说他在追逐相关的嫌犯。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是根据新闻报道，因为我没有参与调查，啊，说他没有开警示灯。那宜兰县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案件，但是不是跟警车，是民间救护车，啊不，是那个我们的车辆被民间的车辆撞击。那在这些事件的处理，我们第一个关心的是有关被救护者的安全。啊，被救护者的安全，第一个我们会立刻只要接获通报，勤务中心会加倍派遣，就是说把我们的假设。发生地点是在宜兰，会把附近的救护车加派2至3辆到现场，因为除了原来的这个被救的患者之外，也许在驾驶或相关的人员有可能受伤，所以加倍的派遣。派遣之后，优先把人员送到医院。那这个状况有可能发生人员受伤的情形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会联络卫生局做分流的工作。那如果哈是。譬如说那个死亡那个患者，因为他错过了这个黄金时限，
你认为说他以他这个，但是讲这是因为警车哈，那个病患家属是说这个警车的问题。是啊，但是这卡数了哦，后续赔偿问题是咱的，你认为讲这是咱的救护消防车，咱家己本身有保养的。是好，有保养。咱来去负责，还是你刚刚讲这个警察这边的保安队这个负责？有关交通责任的问题，我刚刚讲过说，宜兰县曾经发生类似的事情，是跟民间的车辆发生车，相撞。那么在监理站有一个交通事故处理委员会，他会根据原警在现场调查的情形，送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然后按照责任的厘清，厘清之后会有责任上的分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话，比如说这个当事者啊，是不是需要有和解协商各方面？那么我们的同仁只要因公涉讼或是有相关纠纷，那我们局里面会有人事啊签有关啊议员来加以辅导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局里面有一个车祸处理小组，就是有副局长啊，以及行政科长啊、紧急救护科长、抢救科长等相关的单位，会遇到发生事情之后，会立刻赶到现场。那按照现场采证的状况，我们会写初步的报告，报告之后会有鉴定委员来鉴定。好，以上报告。您请坐好，谢谢。那个第二点，我要请教局长哈。这个是有人跟我反映的，譬如说，好，你简单就你们目前这个机制，你来回答就好了哈。有两点，第一点是嘞，好，如果有我们宜兰的乡亲，好，就是我们宜兰县的县民，就是乡亲哈，宜兰公卡苏因想要捐赠这个救护车，好，救护车的时阵，是不是讲有但是啊，人后尾一般的民众想要捐赠这个救护车？好像我们还是不能再，好像我们有时候因为好像人手不够的问题，还会跟他们拒绝，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救护车放在咱的消防局内底，但是这台车平常是爱六岁，经常是爱保养，还是讲爱够有专人去开啊啥？是不是因为人手不够的问题，而跟那这个民众说，我们目前这个人手不够哈，编列的经费预算不足哈，没有办法去维持一台这个消防的救护车，所以去给人拒绝掉。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啊。我是说，有没有这种问题发生？我给你，你该开导我边问啊。主席，有关林议员所提的这个问题，可能是资讯上传达上不正确。目前宜兰县政府消防局有29辆的救护车，那几乎都是由民间或慈善人士来捐助的。那因为我们救护车虽然车子是由这个捐助人捐助啊，但是油料的部分是由县政府跟消防局来编列啊。另外就是说，救护车本身按照单位来配置啊，有四个单位配两辆之外，啊，其他的单位各配一辆。那第二点就是救护车的捐赠，按照行政院的财务管理办法里面，啊，救护车必须要7年才能够报废。就是讲我平时要维持30架的救护车啊，只要有超过7年报废之后，才可以接受民间捐赠，应该是这个原因啊。不然的话，我们同仁本来执勤，只要有救护就要执勤。那我们的、啊、那我们的那个预算，这个就是救护车的这个额度是30台，还是说啊是讲要加几架之外，好，要讲加几架来做优惠的时候，咱袂使。这是有一个情形，就是讲，救护车不是讲一个分队个放足一架，我必须要考虑我的人力。啊，比如说我今天啊，以目前我的消防局的人力约9个人来讲，约9个人啊，8至9个人。目前小的分队、大的分队差不多到18个人来讲，像宜兰跟罗东有超过18个人，我就放2部救护车啊。因为9个人他必须要轮休，平时一天值班超过6个人，也就是说一人他的能量只能执行一部救护任务。如果再有第二趟任务，必须有邻近的分队来支援，是安内关系。阿伯的时阵，基本上救护车，你说配的太多的话，伊真正无法度执行，迄嘛是假。原因是安尼啊，这些都有经过包括医生专家的评估之后，目前宜兰县的配置是29辆。以上报告。好，谢谢。我是认为说吼，如果有办法再增加的话吼，好，我是讲讲也是让我尽量增加，甚至于可以到35台、40台。有些地方是比较偏远啦，好，你讲像东山边、公园边啊吼，有当。
离咱的迄个消防局较远的所在，好，我是觉得说有必要可以增加。卡叔，譬如说现在这个时期啊，迄个流感严重嘛，或许这个老人这个病患会比较增多嘛，好，啊，来讲卡叔增加时，临时打电话讲去咱的119吼，然后就是说刚好两台枪出勤，真正突发状况必须要紧的去来载，该送去迄、那个送去病院的时阵。有些是不用说什么，有人在用，因为有人是讲较想要是要使用这个救护车尔，坐救护车跟你送去迄个病院就会使，不用说，真的是情况紧急的话吼，民国需要讲什么啊担架，是讲一些医护人员啥，嘿，本来去救的，嘿，拢其他平安无代志，没有紧急。啊，较顺好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人临时会开救护车的，就好赶快吼去这个能报案人的家里去接送这个病患到医院去急诊，把握这个黄金的时间呢、啊？好，所以我本席是认为说，卡叔有一些如果有一些善心人士，如果能够捐赠那些救护车吼，你是不是可以就考量一下说，是不是像本席所跟你提的这个建议一样，你给几台我紧坑一下油米，只要平常时啊，咱上计是一年加六只税金，吼啊油该够啊，那迄个咱的同仁吼，可能较辛苦一点，逐工两工一两工来保养看一下，那车该发动一下，备而不用嘛是会使，我觉得说不要辜负人家的好意啊，而且才29台而已，我是觉得说宜兰县吼，这个咱的全国老人数吼，全国排名好像是第二还是第三的，目前吼老人愈来愈多啊嘛，啊所以啊拜突发状况可能会发生的情形会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说这个你可以那个商量看看，可以这个参考看看，就看看，对，还有那个局长，够节得啥量？我刚刚这个是，这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形，但是这是人家跟我反映。啊，我是刚刚讲，其实我坦白讲，你为基层啊，你慢慢升起来，我觉得说你应该是跟基层的这些义消还是消防人员都非常非常好。我嘛相信讲你能力，我到这里控制整个。但是有些做法上，还是说好、哦、有些处理方式哈，还是讲太多问题啥你弄唔到。像他多少外时间，你回答这蔡文丽这蔡议员这你弄唔到。好、哦，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检讨这一点。啊。有一点，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哦、有这件事啊。这是我的朋友给我反映，但是我讲我很知道，我来问那个决定看嘛子。好、哦，以前我们的义消是不是由社会上各个团体哈，让诶小回金书哈、哦、所组成的，是不是？义消，是不是？哎、啊，他们不受我们的，他们只是义务在帮忙我们这个好、哦、怕会救灾，好、哦。啊，是讲甚至于救难协会啊，什么会，因为有当要赶紧做。是，好、哦，他们没有领我们公家的这个薪水，对不对？对，好、哦，全部都是自动自发哈、哦，社会公益哈、哦，然后那个好、哦、以伊的热情哈、哦，啊，迄、那个善心来救助的嘛。但是本身是听到这个咱宜兰县好某一个所在好了哈，甲我讲，咱的局长在张胜雄局长哈。哦好像是一月一号退了以后，对不对？好、哦，之前他们义消都可以喝酒，好、哦，喝酒哦。平常的时候、哦、有时候跟朋友聚餐啊，还聊那个联谊都可以喝酒。但是你一上任以后，你就下一个命令说，啊，拜义消袂使饮酒，我们才有这情形无？然后讲好，恁来饮酒，恁就卖来啊，拢退得掉，拢卖搞酒啊。有没有这个情形？没关系，那个主席在嘛，你答复就好了。包林远，我跟盛仲跟林远报告，没有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说，我在有一些义消的场合里面，我本身也喝酒，并没有，我没有下这个命令，应该是不是在误闯或怎么样？但我没有下过相关的这个命令。是，本席也是希望说你没有啊，我嘛相信讲，或许你没有，但是这是人亲自跟我讲，咱可以把这边的啦，好、哦、偏远地区啦，吼、哦。诶、欸，甲问题啊，因咧区有关系啦，这是真正人的意思要甲我反映的，啊，所以我讲吼，哦，那我问局长看，啊，拄好趁这个机会甲你请教一下，就是讲，义消，因平常时啊，三不五时，若有时间人聚在一起吼，大家娶某囝，也是讲家己甲因好朋友吼，在工作闲暇之余要饮酒，有啥物袂使？啊，确实。然后真真正正拄到这个紧急状况，需要应当在合作的时候，如果他们自己有真的喝得很严重，因可能个无法度，因个有个车别人啊。啊，当然你袂使讲，因为讲
因为讲惊讲因啉酒影响到这个救灾，这救灾是不突发状况嘛，最好是都不要发生是最好嘛，对不？啊，因拢是自动自发，我们没有什么权限去限制人家这个。啊，变讲人个传讲吼，这个局长跟这个张胜雄张局长吼，两个差足济。那你一起来，你果拢利用特权，吼，嚣张跋扈，然后什么拢家己要做啥就做啥，这外面的观感会不好。啊，当然我不知道说，这个咱这李小姐朋友伊甲我讲是真两假，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出来？我想应该是不会空穴来风，好啊，但是或许说某些事情是因迄个误导，还是讲因误会，这嘛是咱需要咱来检讨的一个所在。好啊，你是不是有没有？我想你自己去了解查那个查查看啦，吼，好啊，这个部分啊，相对他都要本身跟你讲的第二点，更麻烦你局长你吼，迄个参考看看。我是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可以备而不用啊，因为一年来增加哇，差不多这钱啊，好啊，他都要跟你讲这吼，你自己可以做个那个吼，你家己去了解情况嘛，姐对，好，局长。啊，决定搁一项，我阁未记来讲。啊，你恁来遮济，我是要麻烦你吼。咱105年4月15号吼，你有甲咱个馆长去北欧考察无？有没有去？有。啊，考察后有没有这个报告书？有啊，阮议员拢跟咱无个。嘿，县政府做报告书。是我的部分也有参与在其中。好 ，OK， 好，那没问题。好，谢谢。处长，洪处长哦，我想要请教一下吼，我们105年9月32号长照法吼2.0这个长照2.011月4办，啊，总共有目前是好像有73.8万人受惠，好，长照可以增加就业及照顾长辈，但是。中央首波哦，这个示范县市，好、哦、没有我们宜兰县，啊，针对这一点，那我谈到有甲迄个徐局长讲过，咱全国老人化，咱的老人排名去全国，好、哦，可能14%、15%，目前我唔知，可能全国无第二嘛，第三，无第三嘛，第二，所以这个长照这无吼，无咱宜兰县，你是不是讲爱迄落啊？爱讲要去争取，也是透过咱的立委？去甲中央争取，咱宜兰县全国老人化第二名，为什么没有这个受到这个示范的一个城市里面？你简单回答者。好，谢谢林议员指教哈。宜兰县呢，老年人口已经到达14%了哈，确实是非常的高。那为了那个长照的业务，我们也特别去跟我们卫生局有一些的联系哈。那为什么宜兰县会没有进去，也确实让我们有一点失望。那我们都会在一起合作来争取。那劳工处这边的工作就是我们先把要做准备的工作都先努力先做好。所以我们11月份开始已经在全县办了22场的社区人力募集的宣导会哈，就是希望能够募集目前想要来从事长期照护啊居家照顾的这些妇女或者是青年的人力能够投入这个行业啊，然后会跟卫生局一起来合作哈，办理这些人员的专职的训练，等到训练完成之后，他不只可以照顾自己家里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在社区做服务。总而言之，本席就是希望说你吼，尽量去争取啊，看咱每年啊，给你拿住每年迄个过年过后给你拥有，是嘿，三个月时间嘛，好，好，你努力看嘛，姐，好，我来努力。咱宜兰县这个老人来迄个争取这个福利者，好，第二点就是说，我不知道说这个教，你请坐哈、教师工会提这个不当裁决哈，在今年8月19号我们县府败诉嘛哈，啊，咱管路刚刚有上诉，是咱有上诉吗？为什么要上诉？我想要了解一下。是这样，其实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啊，就是自从之前劳动以前在劳委会解释，就是让教师可以筹组工会之后，有些工会组织
工会法上规定的那些权利义务哈，那个变成教师团体也一样可以享有这些权利义务。那对于目前因为劳资因为那个团体协约一直没有谈成哈，所以他们对这一部分提出不当劳裁。那教育处的意思是觉得这个教师的身份其实到底是老师还是劳工哦，其实有很大的商榷的余地，所以他们对于劳动部的不当劳裁觉得还有一些讨论的空间，所以才在提出上诉。因为时间的问题哦，你这外讲哦，这个今年9月28号，好、哦，刚好是台风天，连放两天的假，替你们这个政府哈、哦、解套，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告诉你，9月28号教师节，老师去上课，然后劳工放假，这不是形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对比吗？好、哦。在这边，本席是希望说，哈，那个你如果有跟有负责这个裁决这个话，我是建议讲咱管处吼，卖先卖那个上手，咱好好跟协商者，互相退让，好协商到满意为止。官不与民争利啦，咱管处是站去合作，这个百姓的这个那个份上，咱袂使去甲那个民众来那个，那是去行服务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这个你可以，好，谢谢林议员哦。那接下来我们请林成功林议员。你有没有搞错？啊？哦，对，七八九位吴光某，谢谢。刚我只要打勾起来，想你讲好啊。哦，八姐，李长啊。许局长啊，黄处长啊，各位科长哈，啊大队长啊，各位同仁大家好哈。议长，我看你好像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啊。我在你的心目中是一个很小的议员啊，所以你都看我无对啊。我无猜我这大号背啊，徛坐一只，我自早起哦第一名来报道，我来尊重阮宗教会先讲。结果你搁要加人过，安尼唔好啦，安尼哦阿伯喂。目睭看，四面八方都要看好了哈啊！所以你免讲啊，这些来，我无唔是啦，不管大白细白，无讲吼，公都盟来讲，啊，你在当什么议员都没有发言啊？为了这个表示说我们应该尽我们的责任，要善于发言，表达民意，啊，你唔再是正经的议员，所以我都爱做正经的议员，袂使凊彩做者哈。局长，我请教你哈，有关于消防局的人员啦齁，那你法定编制是338人齁，啊目前是319人啦齁，啊你第一百就是104人到105人当中呢有增加很多人员啦，是不错啦，但是我不知道说你的法定编制有这么多人，到底你的预算你是编多少人，你法定预算是编多少人，就消防人员就好，哎。主席。委员所提的338就是直接的救灾人员，就是消防人员扣掉行政人员的部分。嗯，那我在今年的部分是总共编了有288啦，因为本来今年是310嘛，哈、哦，扣掉行政人员。嗯，那目前我的人员是247，那实际上是225，就是消防人员的部分是225。嗯，以上报告。但是我看你的岁数的这边。编列是319嘛，是啊，跟你的法定编制又差那么多，啊，你是安心讲今年未报来就对安尼，啊，不你那歪编多少？是，我看警察局都编列的，就是法定编制，它是多少就编多少，没有像我们说，我们法定编制338来编一个319，我欠咩啊？如果万一这个中间呢，啊，消防署也要搁给咱人，啊，咱就等于无经费通来改纳用啊嘞。这个是不是你说清楚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是咱的财政还是组织跟你比赛变那多，还是安那？啊，我照讲，人事的费用在第一个项目里面编列，就是要核实编列嘛，都、就是要编到法定人数嘛。啊，为什么没有编足？我觉得很奇怪，你说说看。好，是。吴议员，各位一起。啊，有关吴议员所提的，应该这个319这个部分应该106了哈。那因为我们所有的消防人员啊，实际上整个编制是360个，扣掉11个行政人员是
39，那明年的部分是编319，原因就是因为内政部消防署有关105年、106年、107年这个人员的部分需求的部分都已经有调查跟统计过了。那么在今年的部分，他今年本来是年初给我们17个本来10月要给我们7个，后来给我们14个，总共今年是给我们21个。那明年是要给我们51个。那按照这个编制的话明年我们的人员这个数量是够的，因为内政部消防署它的训练的额度差不多只能到500至600个人，所以有关人员的编制这个部分县长曾经带我去亲自跟内政部长跟消防署长来争取，所以有关人员编制的部分不会影响我们配置。因为你要配几个，我让你经通知咱啦。我通知咱无唔对啦，但是你法定编制你行，你钱都编无够啊。有够。那有够。我照威严，如果以消防人员来讲，339的话是没有编组是没有错，但实际上就是明年106人的部分也不可能派到组，必须107人才有办法完全。不能这样讲啦，是不能这样讲。你讲的就讲要分编未照，你这个是不确定的因素啦。哦，在法定编制当中，我们应该是要编组啦，未使安尼啦。对不？我是感觉讲，万一来平常要编予你，人要予你讲我歹势我无钱拿来负债薪资，要用笑死啊个，对不？我那好像人找都找到袂当人来，要加强我们的消防人员的人员，但是我们是没有编人事费用，要用笑一下嘛，才慷慨的，对不？所以我认为是应该要编组了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的哈，所以讲哦，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要加强注意一下了哈，过来。消防局很最重要的是啊，就是我们要如何来做灾害的预防，灾害预防啊，剩余哈真济其他的工课，你要灾防的消防呢，这预防呢来做好检查，所有的公共危险的地区都有注意到，都有加强去查检验各项面，我相信咱的火灾发生率会减少到很低，不必要的灾害会减少的很多了，这一点爱落实，就爱落实。当然呢，你清查所有的公共危险物品的场地呢，都要加强来做清查。我唔知讲，咱目前哦，对客栈这个部分哦，是做安那做的方法，你们做如何的清查？类似这种危险的这个、物品的管制检查公共危险的场所了，个这个爆竹烟火这贩卖场。咱是安尼去查，咱是偌久固定去查一遍，啊，是讲随时随地在抽查，我是无清楚，我只是讲这是非常重要啦，你去咧看讲，这个如果是咱来讲啊，烟火迄个爆炸，哇，拢足严重咧，那个是无形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但是咱若无重视，出来的问题就拢足大啦，所以我希望讲这呢，应该爱好好来检查啦，过来。要落实清查我们的公共危险的工厂，吼，该以安全检查，这也是重点啦，吼。这大型的这个工厂，吼，伊要如果有危险物品啊，该工厂的安全检查，应该也是列为我们最重要的一环。你这若无做好呢，我相信没有清查好，它一个工厂的疏失，可能造成整个地区呢都感到这个忐忑不安，讲当时要不要爆炸唔知，所以咱就是随时呢，要给做好这个检查，这个落实检查咱来爱较重要了吼。在这个检查当中咯，管制的这个公共危险，这个哦，除了开那个我们立即改善通知单以后，并要复查改善到维护到安全为止是无唔对，但是呢，我是讲这呢，不是说只有表面看看啦，真正爱落实，实际爱有要做到遐，才有迄个效果。如果若无做到遐呢，等于同款啦，你去遐看看事实，我就签证签好诶，所以在我们这些检查人员去抽查的这些人员，我们也要做一个考评。咱所有每一个消防局派伫外口有关稽查这个危险物品的列管。检查也好，包括危险工厂的检查也好，危险工厂物品的检查也好，都是相当的重要。这些人的科学卡核，有没有落实也是相当的重要。而且你无落实，等于无效，
要发生，当时要发生，唔知啊。所以这我希望讲吼，啊应该要落去做好了吼。啊，在这一次的报告当中，我有看到说，你前年的报告跟前期的报告，就是从105年我们5月份的报告当中，跟这一次的报告当中，在我们11月份所召开的会的报告当中哈，第一，这个消防安全场所设备的审查哈，跟列管检查的这个，那个加速跟查清楚的，顶个个上节个4000几件，我这帮说3000几都少，到底是咱有真侪拢收起来，景气无收起来，还是安那样啊？啊，无那检查遐济吼。顶届呢，在检查当中，件数又蛮多的，好像在上一期的检查好像中不合格的有达到200多家，啊，这届较好84家，到底是因何人坑倒了，何人检查了，大家让落实改善，还是无？是不是针对这个，你来做一个说明，好不好？谢谢。好，主席，委员各一座，有关，谢谢吴议员有关我们消防安全检查部分的关心哈。那么，因为跟议会跟报我们议会相关的业务报告的资料，有可能因为的原因就是讲，计划处和我们的提成，可不可以讲啊？上个会期，比如说他是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3月，有可能这个期间，可不可以今年的4月23到10月左右？所以这个数字啊，可能会有不一样，所以我把目前今年的这个数字啊，跟吴议员在关心，所以跟吴议员报告。不用了，好了，我是给你提醒了哈，一般讲要落实了哈。对，当年你的时间点计算方式也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就有数字的误差。哦，啊，我是讲上重要是还是要落实。你若不落实，无效了，没有落实检查到真正他需要他改善，他没有改善好。好、哦、啊，为了小块代志不改善，可能会让造成重大的灾害发生，那是很多真晦气啊！所以我这么讲啊，这个哈，这不一定讲爱讲都很正确，但是一个、哦、这是一个提醒了哈、哦。谢谢。啊，过来的上重要就是讲，咱除了这以外，啊，加强咱的灾害的这个抢救的能力，哈、哦，叫抢救的能力。比如讲，你看，大家高楼大厦这么多，哦，那的消防设备，在我看来了哈，整个我们的消防设施可能是不足的，哦哦，啊哪讲这不足的时阵，啊就真危机啊。我们的消防设备不足，我们人力又不足，哦，我们训练又不足，啊那怎么没有办法足以应付整个有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都抢救？啊，那都真晦气啊！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我们消防局要加强落实哦，灾害防救的这一方面啊，加强训练，加强来充实一下救灾的工作。啊，你话无讲真经诶啊，真晦气哦！你去看讲，那去高楼大厦遮济啊，咱的消防车讲真经嘛，爬无到一半，对不？你营地做板爬无到一半，啊，你如何要来做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局长你要用心，包括你们的训练的哦，各大队长都一样，要落实去把这个工作做好，哦，这真重要了哈、哦。啊，我强调啊，基本是讲，除了咱安全的检查，甲这个救灾训练是非常重要，哦。以外呢，我们希望讲，咱队部内底哈，咱局的内底同事要哈、哦、同心协力，甲咱的消防局呢。讲是一个真好的单位，服务的单位啊，大家互相信任，不要有猜忌。我看讲以前呢，消防局是咱吐来吐去转去，黑函到处都是啊。我最近又发现呢，好像也差不多哦。今晚开始刚才过来，怪怪啊哦。我记得我在上一个会期，在谈到有关郊区哦消防分队哦一代志，也许我在早期留守城现场的时候说，郊区消防分队在这边太小了，应该。要找一个大的地方，吼、哦！啊，我就来咨询这個，去讲，哎，我配合局长，我是第一的推手，推手干什么？说要把他迁到那个现在的那个特种消防队那里去，啊，所以讲，我咧咨询的讲的，甲伊听的啦，拢甲断章取义来污蔑局长，啊，污蔑议员的在咨询的内容，我讲安尼唔好啦。哦，所以这个、啊、应该要好好去检讨内部的人，他为了他个人要调到哪里调到哪里，不高兴就用这种投诉的方式投诉啊，说局长怎么样怎么样啊，议员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不好啦。我是干嘛讲这呢？应该呢，哈、哦，咱内部要好好去检讨，
同事之间或包括 长官之间不要有猜疑，对不？啊，要吊打当然就是局长、啊，那大队长还是各位科长，拢会当看讲啊，你也表现未歹，我需要什么工作让你做，对不？啊，如果你是偷鸡摸狗，当然可能就会给你放逐到别的地方去。啊，就啊，家己去检讨，唔才对。啊，不要这样，那些文化真歹。这样是不好的哈，所以我就在这特别提醒咱的局长，我是讲，把咱的局的做好，可以稳定啊，对内部大家团结一致，为咱宜兰县做消防来做拍拼，为咱的县民来保护咱的县民，这是做救灾工作，这是上重要哦。这个以上啊，请你好好去啊、那个里面的这个事情把它做好哈。后来我来宣告咱劳工处哈，劳工处，咱的劳工啊，对于咱宜兰县来讲是非常重要啦吼。我唔知讲咱宜兰目前的劳工吼，失业率即马是偌济啦？你说明一下。目前的失业率是3.9%。哦，嘿，还是要再加强了哈。是。如果是提升我们宜兰的就业率能够提高，可以较管卖较济，对吧？哦，这是上重要啦。啊，咱讲宜兰所在，大家拢讲趁食，要趁食真困难，对吧？啊，无采咱讲有较好的环境，无法度好工作，好咱劳工有稳定的工作，那么是不好的。所以劳工的爱有好的工作场所，爱有安全的工作场所，这是上重要。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加强从劳工的安全、工作场地的安全检查列为首要。我这就非常的重要。哦，好、哦，啊你这种真重要。过来，劳工的自由呢，一定要提升，未使讲大家拢讲宜兰县拢排你买啊，哦买啊名，买啊第二名，这样不好，看起来不好。啊，无在宜兰县，哎，这样你好的所在，啊，大家讲住宜兰县，啊，结果无头路通食。这样是不好的，所以这个应该要加强。过来，然后就是身心障碍业者，这里咱劳工处地推动这个，其他的公司有没有在尽量？包括机关团体有没有在尽量？有没有落实？目前呢，啊，差离目标数会一差寡些不 ？OK， 目前就是根据我们的统计哈，应该要禁用身心障碍者的公司立机关，总共有218个单位哈。那应该要禁用的总人数是627，那已经禁用的人数有1064哈。就是这些单位有很多，他们都比法定规定的那个数额还要更多的那个聘用，所以是有超额的。那个没有，就是不足额禁用的部分哈，他们会缴超额补助哈。那些单位其实不多，比如说像今年新闻闹很大的有一些学校哈，他们是因为计算方式不一样哈，那因为改变然后啊，本来伊是有照给他禁用啊，结果因为嘞一寡教授的助理嘛，拢算伫内底了。说变作无足个啊，伊嘛已经伫上底时间，甲迄个爱进用的人数已经拢补足啊。好，上重要是，我是讲要落实啦吼。你来看讲，包括机关团体，包括民间的公司一样啦吼。目前了有几成是无照规定来做？几成？有没有可以算个位数的？真的，啊、我们这边总共是。不足额的人数是9个人哈，家数是8家，总共才只有8家。安尼哦，嘿，对，那因为他是规定你34个人哦，你聘用到34个人，他赚钱。刚才不是说谈到缴代金就可以，我若无爱抢，我来交代金就会使。嗯，我缴代金的有多少家？缴代金都有缴了，这边的都有缴，我知道，总共是有多少钱？比如讲，咱来讲100间内底，啊，都80%拢交代金，当然嘛，讲哦，我就符合规定。不是，我就说缴代金的数量会不会很大？不会，还是都是有用人比较多，缴代金还是少数。是，就是不足额的家数总共才只有8家，然后不足额的人数是9个人，在总共有200多个单位必须要禁用身心障碍者哈，两百零，刚刚讲的是总共是218个单位里头，只有8个单位是不足额禁用。好，我跟你讲啦哈，还是要落实啦。重点，我今麦你讲，在劳工的就业方面。不管是身心障碍，不管是健全的，都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但县政府应该为劳工来做事情，就是讲找到可以较好的就业机会，好、较好的工作场所，安全的工作场所。是啊，身心障碍嘛，赶快一旦来禁用，那是最重要的哈。过、来，上重要的是啥？即马如真济，这个咱的外劳呢，来甲
了后呢，吼，来到服务单位了后，拢逃跑掉，吼、嗯，逃跑掉，造成社会的很多问题。这呢，我是本讲，咱的逃跑的数量到目前呐，哈，到目前呢，到我们105年的10月31号的时候，总共逃跑多少人？我们目前统计的结果是，今年度总共有597人。嗯，500几个呀、啊，嘿，500几个。啊，这有包括以前的，还是以前的拢遣返倒转啊？没有，现在是有抓到才有遣返呐、啊。那事实上，目前这个还有很多是在外面，全国性的都是这样子。那这是累计的结果，这是单年度。累计的，一共500多个，是从不是民国几年到现在？不是不是，这是今年的，是今年度有通报，有通报的人数是597，去年是709。啊，那安尼加起来拢总，啊，你抓到偌济？啊，无抓到偌济，即嘛是讲宜兰县总数啦，通报的吼、哦，有抓到，甲无抓到，拢总加起来逃跑率是偌悬啦，安尼才有效啦。啊，所以讲吼，想来拢走，想来拢走，这样不好啦。啊，其实他们逃跑还是去工作，但是会造成我们劳工的问题啊。咱都讲工课拢叫我遐轻劳力啊，哦，这样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要落实就是讲。哎，同款也是爱请假啦，是，对不？啊，无讲正经的，雇主嘛足可怜的咧，啊，佮恁花了够衰的，讲正经的，是不？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啊，针、哦、对这一项问题，我们应该要加强啦。好，哦、啊，我相信讲，你来做这个工作，应该是很能胜任啦。你对法律的国际拢知，应该包括劳工的权利啊，劳工佮雇主的关系、劳资关系，你应该都会处理得很好。谢谢。安尼来说，咱劳工咧啊，对。咱宜兰县的劳工处的才有信心啦，安尼大家做工过，再做到再安心啦。好，以上。好，谢谢议员。好，多谢，委员，拜谢啊，拜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林成功林议员。主席啊，两位局处首长哈，议会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哈。请教劳工处长哈，咱宜兰有一个叫低薪魔咒，请问处长你薪水偌济？低薪哦，憨不浪当啦，听我说啦。我见你也晒玻璃吧，好，一起你个人的，我个人讲的。其实就是一级主管的薪俸啊，你敢唔头领？你又无头领，民政年岁你嘛真怕平，我真知啦。大概。来，我一万73000啦，你话者。啊，我现在不太知道那个要怎么算，因为他有本俸，他有主管加级，有专业加级那些。请坐，嘿，这不要复杂，这国家给你也不是偷懒。我意思讲，这种低薪魔咒在劳工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咱有基本工资的问题，吼、哦。劳基法规定是28000块啦，吼、哦。啊，但是咱宜兰的各大企业是22000起薪啦，吼、哦。但咱有一个问题，我们比照北部的县市，差不多差4000块，差不多差4000块，所以你要如何提高薪资对劳工的部分啊，降低流动率，无你搁办遐济活动嘛无好，你讲一下好，你要来降低。我们在提，确实宜兰县的薪资哦，跟那个。台北大都会比起来会有几千块的差异哈。那我这边根据那个你的做法就好了，你怎么做？哦、你现在在做，比如你也招商啦，是哦不，你也媒合啦。那这个媒合到底是演给人家看，还是我把议题当作做？因为你礼拜六嘛，那这个东西反反复复在办，到底是纯粹你有没有看他有啦有工作啦，几天以后就不在啦？那有没有真正解决到劳工的问题？那你的具体做法有没有更创新的？目前去年县长有针对县政府里头的比较低薪的同仁率先加薪哦，那也用这个来道德劝说我们县内的厂商也能够提高薪资。那去年度我们一电话查访了哈，我们查访的公司行号里头就有30多家也响应县政府的加薪。那当然这个额度其实不是很高，加多少？大概有2%到5%这个等。好，你请坐了哈，因为我们立博就是一个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立博的人员给多少？处长，我相信我们讲的话都大概都听得懂，因为我们给资方了哈，资方有一个很不好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人他就是只能领28000，其实28800最低薪，28800嘛，对不对？28800元。28800块，好，就是20000多一点点嘛，哈。
那这个会无形之中会好像觉得他拿了尚方宝剑，反正我只要达到这个门槛就可以。其实不足以养廉。我为什么问说你薪水多少？因为有一天呐、啊，我们陈常委很有良心呐、啊，他下面最多约雇人员，他都讲说他领了十几万呐、啊，但很多同仁做了五六年呐、啊，非常认真还领两万，他用什么方法想要他变成三万块？那是不是我们县委要先做？因为我们县委的立博的工作人员就又配合，没有再拉高我们的那个薪资所得，然后我们自己又率先，那业界当然就是以这个为依归嘛。因为你县政府都这样做啦，我当然这样做。企业很简单嘛，你能挖就挖嘛。花莲它很简单，花莲像他们的县长是很简单，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抄嘛。那不是道德劝说了，道德劝说他怎么会鸟你？处长，俺们是吃素的啊。你不要靠这些钱，一定是要有原因诱因嘛，威胁利诱嘛，因为这样才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劳工嘛，对不对？那在这个立场，你有没有什么做法？就是说，我们自己过去也犯了错误，如果让企业跟我们合作，然后提高我们员工，可不可以从我们县府的工作同仁，我们做一个标杆？确实做得表现得很好的，我们给他三万，要不你看。欸，会对立哦，处长你可能领十万，你的员工领两万，他以后会跟你对抗欸，那个所得不平均哦，会变成一个对立的一个，你认不认为？谢谢议员指教哈，低薪确实是目前台湾一个很让人家心痛的议题哈。根据统计，台湾已经薪资的水平是倒退15年哈，那宜兰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子。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给努力工作的员工更多的鼓励哈。那我到劳工处之后，也鼓励员工哈，我们如果说能够透过一些创新计划，能够争取到上级的补助哈，对于员工我有另外额外的奖励哈，那个是我自己拿出来的钱，倒不是县政府的钱哈。那就是我自己能做的是啊，这是对府内就是我劳工处的同仁。那另外我在拜访一些厂商的时候哈，他们常常厂商点来给他哀工，弄欠工哈，欠不人哈，就主要是因为加班的情况严重的时候，我会特别去拜访这些厂商。厂商给他哀工，他就欠不人，我就给他讲啊，头家你是不是给2000块啊？哈，你得请有人啊，哈，啊，可能哈，我们一些工业区的厂商哈，他们也跟我说，如果我要加一点薪水哈，可能同业会给他一些压力哈。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同侪的压力哈，他们厂商之间的那些不成文的默契能够被打破哈，能够好好来提，就说企业有赚钱，其实应该要把他的利润回馈到员工的身上，这是我们一致的看法。就是应该有机会了，因为权力在你的手啊，你有政策工具啊，是，我们不是威胁利诱啦，对，啊，不企业拢是安尼啊，他透过跟你媒合，媒合不过，他找外劳嘛，很简单的，每次不过，那表示这个流动率太高，你所有的动作都做空的。是演一出戏，说我有在办了、啊。你看礼拜六办了，大张旗鼓，同仁加班，其实那个都没有意义，不能解决真正劳工失业的问题。我们宜兰劳工失业还是最高吧？在全国的平均值大概是在12-13名左右。处长去集聚是第三。处长去花莲看一看吧。花莲是没有失业率的啦。那我不相信这个落差在哪里？人家比我们穷欸，那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的就业率？就是。我们政府要不要站在劳工这一块？那我也建议啦，你刚刚在讲说青年事务，如果一个家爸爸都顾不好，你顾到青年去那是空话了。你看你办个活动，都要蔡议员嘛讲20几个，然后这一批人又拉到那一批，大家心知肚明。如果真的做不好，就不要本末而倒置，因为你是劳工处嘛。好，我还在强调就是说，因为青年这一块，他其实如果爸爸都没有办法生活，青年你就不用再顾了，你反而本末倒置，把资源把能量分散。我再问你哦，劳动安全检查的部分，你里面提到说你将来6年6000家，那这种劳动安全检查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怎么办？它是很急迫的吧？你不否认很多事情发生，你们去年检查了47家嘛，那今年多少家我不问嘛，你说要用6年的时间，劳动安全检查人员难道不足吗？不足可以从青年事务室里面调啊，因为这些职场的环境，劳工如果受委屈，能够等到6年吗？你说一下好不好？
报告议员哈，有关于劳工职场的安全哈，目前县政府劳工处这边在做的是做宣导团哈，我们有一个宣导团到各个工厂企业去看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哪些地方不符合安全守则的，我们会特别的提醒他能够做改善。至于那些那个安全的检查哈，可能牵涉到财阀的部分，是由劳动部职安署哈在负责做检查。那部分不是由宜兰县政府劳工处来负责，我们负责的是劳动条件哈，就是。好，那我请教了，因为你说劳动条件调查人员嘛哈，这些人才有资格去做劳检嘛，对不对？好，那你说我们在宜兰必须要用6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全班的检查。那6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其他县市是怎么弄，会不会有一点好像人都已经在那个职场已经受损害啦、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帮他伸张正义，或者那个场域根本就不符合的。你们看了很多医护啦，你们都看到问题啦。但是你们因为人员不足，你们又拨了一些做青年事务，你劳工处我看是没什么人。那这个如果要用6年执行全面的劳检，这个在宜兰县。可行吗？报告议员，目前我们的劳动检查员的同仁负责这个业务的同仁有4位哈。那劳动部规定我们每年这些同仁每一个人至少要检查200件哈，所以一年的检查的件数差不多就有800件。这些800件包括了劳工的申诉案件，还有劳动部规定的专案检查跟一般检查。你们的资料给的是这样子。你要用6年的时间，把前面的9000多家去检查出来，有没有这个数据？还是我去抄错了？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哎。你讲一年有800件，结果你去年是做47件呢？哦，不是，我们是劳动条件的检查跟职业安全的检查不一样。好，那这个数据有没有问题？6年事业单位的劳动检查，9000多家会完成全线哦。有没有这个数字？报告议员，那个因为劳动场所的安全检查不是劳工处现在在进行的业务，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是谁的业务？中央？职安署劳动部职安署。你们这样讲，常常都会混淆。好，比如说那个工地里面，你们又说是中央，那到底怎么分工？我当然是透过你们去反映。那这种东西重不重要？这种东西非常重要。跟我们宜兰县内，我个人认为这样子啊，所有在宜兰县发生的事情就是宜兰县长的事，对，所有在礁溪乡发生的事情就是礁溪乡长的事情，然后按分工嘛，它属中央，所以都是你们的事啊。对，我们不敢卸责哈。那个检查的部分是职安署，对，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一定他早一眼嘛。那我也知道有些是属于乡，有些是属于中央，但是在宜兰县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有权责嘛。只是说，我们要给消防署，还是我们要给苏澳镇公所而已嘛？理论上是应该是这样子嘛。是的。所以我在想说，你们有这样的数据跟看法，会不会太慢了？这部分我们会拜托劳动部的职安署来加强检查。那县政府我们做的是宣导的部分哈，职业安全的宣导。我再强调，中央跟地方都一起哦。是，都是民进党、哦、是，就不能再有什么是你的是我的，都是一起，就不叫无缝接轨吗？但是现在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去做辅导的时候，看到这家厂商他的职业场所有安全的顾虑的时候，县政府没有办法去对他做裁罚，我们只能去做宣导。裁罚的权在职安署，我们就是做宣导。那我们每年都有好几十个场次的宣导哈，就是希望能够加强职业场所的安全，保障劳工的安全哈。那你刚刚讲到的，我们另外那个劳动检查是对于劳动条件，比如说他的休假、薪资。行政机关没有说这么不好运作的了、你看审计室他在这里也跟我们一直在互动啊，是，他还不是属于监察院的体系嘛，所以也一样啊。如果中央有编制，也请他们请来这边，大家一起配合，而、不是遥不可及啊。台北或干什么，就是建议啊。透过你们的县长可以做建议，有发现我们在执行这个业务的时候是没有效能的、啊，跟人民期待是背离的，不是这样子吗？好，你请坐哈。好，谢谢。请教消防局长哈，消防局长，那个香客大楼它是在它的性质接近什么？提供住宿，性质接近什么？就你们的立场，你们有什么权责或有什么去协助服务的过去的经验有没有？
主席，林议员，有关所谓香客大楼跟民间的住居场所是一样，我们会用相同的标准来要求啊，以维护住宿的人的安全。局长，你在这个问题好像不是这样答复的吧？香客大楼是住宿啊，有收费啊，对吧？那跟什么不一样？性质比较接近什么？你的管理单位，你们的顾问最多是饭店的老板嘛？是。那香客大楼它的性质是比较接近什么？我讲的是跟林议员报告，就是有关香客大楼的消防设备的部分，我要求的就跟露西亚赶快要有住居所的标准一样，跟人住的跟。你都要不讲旅馆嘛，你是讲一般嘛。住居所、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确实是需要去关注。第一个，它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好，然后交通的部分当然不是你们，安全的部分才是麻烦。是。有很多地方空间小小的，然后你住了几百个人在里面，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局长，这个那你们这些检查都有记录吗？规范都有记录？比照饭店吗？有，它是属于住居所，所以我们固定每半年必须要检修申报，每一年由消防局会进行普遍性的这个抽查。还有，来请坐了哈。是，庙的旁边就是会有些问题了哈。庙又做香客大楼，其实我个人是反对的。你到我回去讲，我也是反对，因为第一个名不正言不顺嘛。我们讲武器不对等，人家饭店老板花了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设施，我们的寺庙里面就来做旅馆、做餐厅，然后不用课税，然后游览车五六台，地方交通一团乱，然后安全出问题的时候，我也建警局长出问题的时候就是类似魏有刚，如果他的安全设施、消防设施你没有检查好，将来一旦是交通动线、楼梯不够大的时候，那责任就会出来，所以我是提醒。再过来就鞭炮的部分。台南市有规范，台南市他们针对这部分有规范，其实是也符合省碳节能的。那我们这边对于鞭炮的部分有没有要做规范？好，主席，林议员，有关所关心的爆竹烟火部分，宜兰县有订定爆竹烟火管理条例，它针对释放的时间、释放的地点、释放的台南市怎么规范？台南市怎么规范？全国性我们都是依据中央爆竹烟火管理。台南市怎么规范的？我们现在都学嘛，像那天我在讲说违章的时候，我们就学高雄市的用太阳能嘛，哈，给他一定的就存活机会，不要在那边东拆西拆嘛。那高雄市跟台南县、台南市嘛，哈，跟宜兰县都没有挂碍啊。其实他乡之实可以工作、啊。那台南市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怎么做？林议员非常对不起，因为林议员刚突然提到说台南市啊，我那个。台南市的规定我们没有拿在手里。你请坐哈，给你参考了哈。好，因为他们确实有规范，不是说长官讲一句话我们就一定要去服膺了，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举我们郊区市区的庙就好，那有时候就随时准备救火嘞。他那个香客来啊，不但刚差的，乒乒乒乒乒乒，黑龙已经黑是恁家放的啊，要我拢都陪得出，因为那个东西，含公部门我都觉得你们要立定一个标准，是不是以后公部门的活动就不要放鞭炮？我过去曾经听过。我们的乡长办一个荡秋千，放20分钟的鞭炮，那个真的是很糟糕。司机下你要拜几十分钟，你是要报十万，还是报几十万？啊，尤其鞭炮的主管当然是我们。我们不是说不放鞭炮，是看有什么安全鞭炮或时间，尽量去规范嘛，好不好？那另外，针对凤山的那个古迹的烧掉，还有将来那个立信晴天这个高大楼，这些消防的概念，古迹的这个部分，你们这边有没有想过这类似的问题？或者高楼的部分，现在能满足了吗？20几层楼、30几层都能满足了吗？来，局长讲一下。主席，林议员、各位议员，有关古迹的部分哦，不只是我们在关心，内政部消防署跟内政部最近也针对古迹安全维护的部分跟消防设备该怎么样设置的部分，它有统一的规定。那这个部分我们消防局都有参与其中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关林议员关心的部分，高楼的部分。目前宜兰县高楼有102处，总共超过10层以上的大楼有160栋。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把它列管，而且按辖区的分队啊，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有关消防救灾的演练。谢谢林议员的提醒，这我也特别来注意。好，好，局长，我再请教哈。高雄气爆以后，恁的卫民服务案件有分开啊？未？卫民服务案件有没有分开了？高雄气爆之后有没有分开？抓蛇啦，抓蜂啊，这还搁恁在抓，还搁恁在抓吗？你不是讲要电话过，有抓无？还搁恁在抓？甲主席林议员，这个代志在104年1月14号。不，今摆是不是要恁在抓？都简单扼要。
即马目前个蛇，阮伫掠，芳个部分也伫厝个，阮掠，啊，若伫野外个部分。啊，你这毋是讲要，恁有讲要电话过啊，讲要分开啊？哎，对，阮即个讲，但人家救灾救护啊，有没有？有。那要不要推？哎，这个已经在推了，我觉得合理啦，因为啦，有些建材啦，规工都要报行政署方，重大犯罪都没有办法去办。你们一样，你们去救灾，因为你的设备得救火呢，救火救护嘛。啊，你啊行政署方农业处的农业处，电话农业处啊，中央有法规，你们消防署不是有定的吗？我希望你能推了哈。哦哦，这个也在推。过来过来哈，你们有装置那个对中低收入跟六十五岁中警报器，那时间过了，那现在成效呢？那后面要不要再做？哎。有关住警器的部分呢、啊，我们总共，哎、透过民间庙宇募集了146万，买了8000多个，针对独居老人或是这个残障、身障人士啊，这个部分我们有装。那么目前这个部分已经完成了3700多件，啊，这个可以维持10年。那这个活动我们会继续来推。继续来推嘛，因为你有起计时间呢、啊，我你担心讲，是不是4月30号过都无啊？因为这是好事嘛。还是说我们没有机会没关系，我们消防的人员哈，训练这些村里定瓦上哈，去讲作为的什么安检呐哈，而且诊断呐，或者我你这下坑那边塞，啊，以后有机会就过来争嘛，是不是这样讲？啊，是讲伊家己在自力救济啊，不要都别塞，咱为了家己争啊，因为只是针对中低收入户跟65岁嘛，我是说后续是不是把这个美意嘛，因为不要扩大办理，不会连尾说好像是做公狗，安尼也干不了公，那刚做几。做一半，为德不足啦。啊，你也使研修了，比如讲训练者，因为你较专业嘛，啥物坑会使袂使？哎，排节时间呐，像阮兜你若要来甲看，我嘛真欢喜啊。到位也袂使，到位也使，电话也使换一下，什么即卖电话什么吼，这是对数啦。好，你参考，谢谢。多谢林议员，我来继续来推广，谢谢。好，谢谢我们的林成功议员哈。继续，我们邀请我们5号陈汉忠议员。啊，感谢大会主席啊，啊，大家好早。我们就叫我们劳工处我们黄处长啊，黄处长，你学经历丰富啊，林县长很你请坐了，很看重你的专才啊，我相信你啊，在你的领导之下，宜兰县的劳政行政啊，还有劳资关系啊，以及我们青年及就业等各项业务啊，一定啊，一旦顺利来推展的。我为七一劳动节，蔡英文准总统他所提的劳工政策有哪6大保障？请你回答。来，处长，请你回答。哪6大保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议员，我找一下我的资料。啊，你们执政党的总统啊，针对他上任以来提出的劳工政策的6大保障，你身为劳工处长，你不知道吗？好，你请坐。本席告诉你啊，分别为劳资要增加，薪资要增加，工时要减少，保障非典型的劳动者。第四，支持青年以中高龄者的就业。第五，照顾受灾、职灾的劳工，鼓励组织工会，是不是这样？是。好，用心一点的啊。主计总处10月24号公布9月份的失业率为3.99%。较上个月减少的0.09%，主计总处说明，9月份的失业率的人数为469000人。请问黄处长，宜兰县的失业人口占多少？其中中年失业的人口又占多少？面对我们宜兰县的失业率，处长以你的专长，你要如何去解决？请你一并回答。宜兰县的失业率是3.9%，所以目前统计的总失业人口大概有9000人哈。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些劳参率比较低的，比如说像妇女或者是中高龄的这部分，我们如果要降低失业率，应该要从这个方面来着手。所以我们特别在
这几年都有开办家事服务员的训练哈，这一部分来参与职业训练的妇女很多哈，大部分都是妇女，也特别。你不要讲那些了，那个中年失业人口多少？中年失业。中年，占多少了？大概是占其中的占1.99，3.9里面它占1.99，1.99嘛，3.99它占1.99，就是蛮高了嘛，差不多一半，对，差不多一半了嘛，好，你请坐哈。阮就是要要求咱管政府要积极去办理咱就业这个职训、征才、美尔服务这个先导事项哦。尤其更要注重我们中年失业率的族群了、早入扎紧哦，帮助因一旦回到职场来。在这边，我也希望你哦，下一次的定期大会，我们宜兰县的失业率会降低了，你可以做到吗？针对中年部会，还有整个的失业率，你能够做到吗？报告议员，我们一起来努力这个部分。那其实失业率除了劳工处应该要努力之外，其实整个大环境哈的那个经济动能也影响了那个我们国民的就业，这个环环相扣。可不可以做到了？在下一次的定期会啦，针对我们宜兰县的失业率能够降低吗？你能不能做到这样就好了。议员，我来努力，我会非常努力。那个，请列入主席，请。请列入大会记录哈，好，你请坐哈，处长你请坐了，我在针对你哈，针对我们周休二日，现在一例一休的争议哈，你用懒人包的方式简单说明，这里懒人包是怎样的？针对周休二日一例一休的争议这个议题啊。一例一休，一般现在民众不太清楚什么是例假，什么是休假日哈。例假日就是强制一定要休息。目前按照劳基法上的规定是7天当中一定要有1天的作为例假日，那个是即使你要加班也不行的哈。那休假日是应该要给劳工休息的日子，但是如果因为你可能有各种可能排班啊、赶工啊各方面的需求的时候，是可以经过劳资协商来由劳工来出席。好。加班，我再请教你，9月28号教师节，这个部分老师没放假嘛，劳工却放假了，10月25号我们台湾光复节，以及我们10月30号的先农总奖工诞辰纪念日，为何有的劳工有放，有的没放，而且公务机关以及我们学校都没有放啊，放假不放，搞得乱七八糟，造成民众很大的困扰，本席在服务处那边10月30号有受理一个服务案件哦，就是汽车公司他们赶得要去挂牌，因为牵涉到他们的公司的整个的业绩及奖金的问题哦，也确定那个牌照已经送达到我们罗东这个邮局哦，要去领挂号这个快捷挂号这个包裹，结果那个邮政人员大部分都放假。他的窗口柜台仅剩一个值班人员，一个要面对整个的那些挂号，总共差不多有7000多件哦，将近8000件的挂号包裹。但是他为了要服务民众，也辛苦了，差不多找那一个挂号的包裹找了3个小时，终于找出来了。哦，在这边也真的难为这位值班人员了，也感谢他了。我要讲的就是。劳动部他载明依据劳基法37条列出我们国定假日在年底前还有国务诞辰以及我们中华民国的行宪纪念日，针对这个问题我要请教我们劳工处哈，你应该要给县内的民生相关事业单位如自来水、台电、邮政、电信等单位应该有一些配套措施，将来讲才能以便民为考量嘛。我希望说，处长这个机制你应该要去做。好，跟议员报告请大会列入大会记录了。好，可惜吗？
我们来协调跟民生相关的，能够透过排班的方式哈，然后事后给劳工补休哈。因为现在会发生这样大的争议，是根据劳基法施行细则第23条，总共有19天的那些国定假日啊、民俗节日。是啊，那这19天里头，不要跟我讲那些，这个我都知道。Okay, 我现在针对我的问题，可不可以？你跟相关单位再去联系一下，好不好？好，您请坐了，谢谢。好。我再就叫我们那个消防局哦。首先，我要恭喜我们徐局长哦，你所带领的团队哦，你办理咱105年都全民防卫动员以及我们灾害防救哦，民安2号演习哦，在演练兵棋推演的评鉴荣获分组的特优，以及综合的实作评鉴的成绩分组的优等，你们辛苦了，在这边。本席要强调的就是说，服过兵役的人都知道，演习如同作战。但是防灾演习以及实际的发生的灾难以及救难的行动，在现实面，它更加的复杂，也更加的艰难。还有考量要如何去解决我们整个复合式的救灾的问题。很庆幸的，我们平日宜兰县这边平日。没有很大的灾害以及事故，同时就应该要积极去落实我们防灾的准备。我要请问徐局长，消防局的网站所刊登的各乡镇的防灾图资是由谁主政提报的？有没有经过我们消防局专业确实去勘查判断后才去登出吗？请你回答。主席陈议员，谢谢陈议员的鼓励跟关心。有关防灾图资的部分，这是由消防局所推的深耕计划，已经推了6年，那今年是第6年。那由消防局跟公务处以及建设处各乡镇公所及村里等，依据协力团队召集这些人到现场去勘查之后，所绘制出来的防灾地图。那么目前这个地图都放在消防局的网站上啊，谢谢陈议员的关心。好，谢谢啊，您请坐哈。本席敢说了，你整个的灾难发生哦，我依据你们105年度的7月更新的这个登载的资料啊，很有可能还没有走到避难处的避难所，人就往生了。本席手上。在这边有服务处附近的我们的比较近的里，成功里、仁和里、仁德里3个里的简易的疏散的避难图了。在这边以成功里来说啦，最靠近我们避难所应该是南好社区这个活动中心，以及我们李科勇图书馆、东光国中、成功国小、第2无难中心才对的。为什么你们的图资里面为何舍近求远要到我们南昌社区的活动中心去避难，倒是第2个避难所的成功国小还说得过去哈。以仁和里来说，它的避难所应该是在仁和这个活动中心，也就是在该中心的我们的开元市场的2楼，这是 OK 的哈。那第2个避难处所应该仅有一条街资格，就是罗东国小哦。为什么会列到公正国小？仁德里的第2避难处的避难所哦，更离谱，要到国华国中。附近没有成功国小吗？没有罗东国中吗？这个都可以避难的啊。本席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说，你们这种错误的资讯刊登在网站，真的是非常无言啊。局长，人命关天呢，本席在这边要严格要求，请局长你要全面清查了。好，本县哦各乡镇的防灾图资现刊，并做出具体的改善的作为了。好，在这边在审查我们106年度的预算前呢，你列这送给议会了，那个请大会列入记录。是，主席。好，请列入记录。好，我再就叫我们徐局长哦，
第三次的定期大会啦，本协所提出的全县的消防栓的管理维护的问题哦，许局长在大会，你挂保证宜兰县的消防栓管理维护绝对没问题哦，这都有，咱以为拢有录音哈、哦，可以查哈、哦，但是依据我们104年度总决算审计室重要的审核意见，他在办理咱消防水源的设置，以及咱清查强化咱消防水源的准备，围列做作业未确尽确实哈，这是咱啊审计室甲您透露的哦，未妥善评估替代水源或辅助措施哦，亟待强化管理以及查查作业，其中有水源的问题，消防栓数量与自来水公司列管未相符哦，更有未掌控相关设施位置以及水源查报系统损坏尚未措施的建置经费等等哦，在这边我就是要问你，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你们未来你们消防局的救灾的工作，这个显示嘛，我们消防局的整个的防灾管理体系，这个体系你们螺丝已经松动了啊。局长，你要如何去解决？请你回答。是，主席，以上刚两个陈议员所提的问题，我觉得都非常深入。有关防灾地图的部分哈，我会立刻啊、请我们的业务单位啊做详细来确定。那我要跟陈议员报告，防灾地图的部分在公告之前确实有函给乡镇公所核定之后才上网，不过该修正的我们还要来修正。第二个，有关消防栓的问题，确实，这个问题我一上任之后啊，我有去查这个相关检讨报告，原因查出来原因是因为有工业区的消防栓，它因为不管是工业局设置或其他单位设置，在自来水公司它有列管，那我们局的部分因为它没有移交，所以没列管。那这个部分啊，上任之后已经由我们业务单位逐一清查过，非常感谢我们陈议员给我们指正。本席是你请坐了，本席是希望你能够去落实整个改善上的缺失啊。谢谢。我也希望徐局长你要保证哦，在105年度，你们总预算决算的审计室不要再提出相同的缺失啊。是。你能够保证吗？啊，可以。好，好，您请坐。谢谢。好，我再就教你哦。请问局长，103年度，咱本县历经几次的风灾哦，都属于是强烈的风哦。是。这个强台哦，总共有几次哈、哦嗯？今年的历经几次的台风啊，也属于强烈的哈、哦。是。也有几次。是。隆重归盖，请六位大人。甲这个单元报告哦，去年的风灾吼，去年的风灾，今年拢总有4个啦，去年有5个，去年5个。好，去年好了，您请坐哈。大家可能都会感觉到说，面对我们全球的暖化气候变迁哦，台风豪大一次比一次的严重、啊、那宜兰县在103年4月10日公告宜兰县豪雨灾害的一级开设哈、哦，它的危险的显示区公告的管制表以内哈、哦，宜兰县的台风灾害是一级开设哈、哦，危险的显示区它公告的管制表哦。已经公告2年半了，这些灾害的显示期哦，是不是有必要再重新做修整呢、啊？局长，请你回答。主席，陈员，有关这个我们豪雨的公告的部分哈、哦，它的主管机关是公务处，好是公务处了。不过，我们灾害面公司、灾害面中心加这个灾防办公室。每一年都做审核，而且部分我会来提醒公务处做相关的修正。好，你请坐哈。好，好，你公务处的哈，我会问公务处的哈。我们向内政部申请这个补助的，预祝在这个灾害防救生根第二期的计划里面哦，它的经费将近1300万。嗯。本身是希望讲咱上交会当确实。哦，确实去检视各乡镇的灾害危险的显示区的，好好的去分析以及我们防灾的演练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落实我们啊林县长
他的施政目标啊，就是贯彻我们公安防灾以及强化我们宜兰县的承载能力啊。哦，本钱被供给啊呢，中央的注入的经费也蛮多的啦。是。哦，我希望你好好就去把这个灾害危险潜势区哦，好好去做一个规划，跟公务处这边好好去，应该是要去协商一下。是，有啊，有协商啊。好。啊，我再就叫我们处长哦，那个劳工处处长哦，再请教你哦，你知道我们蔡总统执政百日的民调哦，最不满意的政策是哪一项？请你回答。不好意思，议员，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最不满意的项目的。好，本席告诉你，劳工政策，新政府的政策同时被批评法夹弯，该来该去的。最近立法院为着一例一休的修法，加上砍国定假期七日，闹得沸沸腾腾。全国的劳工组织组成的一二三大联盟，有这个团队嘛？有啦哈、哦。更在25号，他们反砍价、反过劳啦，全国劳工上街头啦，哦来游行。我在这边是要请问处长啦，如果你是一个劳工的同理心，你的想法会是怎么样？啊，你希望的政策又是怎么样？简单回答。我希望台湾的整个经济动能能够比较好一点，然后可以保障劳工有比较一个合理的、比较高一点的薪水。那目前根据统计，台湾的劳工的工时在全世界比较起来，确实也是有点过长了哈。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来降低工时。那台湾的职灾发生率其实还蛮高的，很多职业场所确实是一些公共安全的部分，劳工的职业的安全方面确实是没有做好。我知道了、哦、我在觉得、你要依同理心呐、如果你是企业雇主的话，你的想法是什么？我是说，现在大环境不是很好了，我们现在的薪资待遇是很好的，是不是？共创经济，打造他们双赢，今天这才是对劳工的一个一大。好，谢谢我们陈议员哈，我向各位报告。我们休息10分钟，继续开会。
好，我们继续开会。那相关主管请列席。好，相关主管请列席。都要讲个啥？好，我们请张前议长，老大，玛丽亚。我再去找。啊啦，玛丽亚。有啥我靠谈的，莫甲我讲者。哈，哎，较紧的。录音也无说谈，那么说老紧。好来，小桥啊，哈。好。主席，各位同仁哈，我第一点想我，前几日讲哦，我们105年。全国预销竞赛伫台北新北市啊，我是讲预销不管是安那来，每一个预销属于就是伫预销，爱安那拼命，第一就是爱训练尔，训练的时啊，就是爱看政府也好，咱每年拢是内政部相处伫主办，主办应该。局长，你若去开会时啊，一定要甲司长讲，两年办一届，咱训练就差不多爱训练半年至一年，半年至一年，所有投资出来，即顾问也好，不管分队也好，大家爱即成绩提高，提高就是一定爱付出即物产费啦、装备啦，即有诶无？咱袂当即人诶牺牲。拢全力做，拢伫做事业吧。大家拢工课，放双手来做。到尾比赛迄天啊，你甲想看，连中昼时啊，一对一个便当都无啊。我看这里吼，说不过去啊。若果双数无啥甲，直直发言无啥支持这即块的小小一个，人行走来甲高雄，走来甲台北，安尼伫行。连一个便当也无，搁一个车来家己行，拢爱家己出钱，你出上输不输啦？以前我感觉讲，你一定吼，伫比赛时要好好甲上输讲看。连讲你先来无哪大当无？我相信刘阿伟绝对袂讲做到这过分啦。即你身为一个上局长啊，你所有恁这人，拢伫社会服务。先爱二日才来走，大家救人救苦。今日你会使安尼做，我想讲这点啊，我想讲请你来报告一下。主席，丁元嘛是丁正义长嘛是阮的丁总理长啦吼。这道所有竞技大赛拢感谢丁总理长吼，全程包括经费人员的总理长为着这个竞技大赛啊。今年年初开始啊，甲比赛10月29啊，拢全力啊来支持，包括不管经费人员鼓励，包括总会长比赛了后，要佫带咱所有预销啊，即、這个选手甲干部啊，来宽岛3天2暝，这对预销的鼓励是有史以来啊上大的鼓励吼。那总会长即种的即个行哦，所有预销拢感同身受，所以全官啊。千外以下对总会长啊，拢非常感激。另外，总会长所提的这部分，因为是全国性的物件，有关便当啦、车租，往年拢有，今年无。这部分各管区伫个选手的会议内底，嘛反映较真激烈。这个部分伫上述的事务汇报，我会正式来提案。感谢总会长，这道会当训练完整，拢是感谢总会长的支持，谢谢。好，谢谢。虽然这届未当摕到冠军呢。但实践也袂歹，阮14也要带100几个去外县市观摩3天，你甲馆长讲看，看呾吼，干大下手一撮，本身伫只大会正式甲你讲吼，好，第二就是劳工，首先啦，
我们恭喜啊，我们处长哈，也上荣调。我是讲，你的媳妇那伫罗岗家庭出身的哈，恁爸爸，我其实报唔到，伊做梯啊，我做陶醉。啊，你今日当做得到这个、这个罗岗处长啊？我是你是可能严管反政府啊，欠债罗岗真济。我在这本身给你建议就是讲，咱县政府要多多照顾罗岗。你的饮水坡他提出来看，你县政府你每年会当个罗岗创啥？我你讲，你给我表扬你，你当出啥事？你讲你会当个罗岗鼓励这啥货拢无？但是我想讲县政府啊，一定要分发到。目前的罗岗困局，啊，罗斯曼的和平，啊，大家要先来共存，因为咱罗岗赚钱，咱也爱哦，头家赚钱，啊，两个当合起来，才当创造双赢。啊，我真简单一个理由就是讲，咱第一，人员就罗岗桥成立了，一定要争取，啊，那要鼓励这罗岗会当甲头家。啊！拍拼，大家共同来生存。所以讲第一啦，我是希望讲咱县政府的雨水铺，你也多多去研究看卖。那有一项他个搭下手的，就是讲咱每年啊，你去看所有罗岗，咱这阳关罗，咱卖讲外汇啊，现在罗岗最准的要提一关，你要看咱所有拢提财政部的钱出来，提啥钱提？即每一个拢去，大家拢去考证件，啊、哦！你讲做头毛，然后来伊那是有做头毛，西餐厅、西餐厅也有，目镜，大事拢有。啊，即拢是靠啥？靠中央来款。但咱管府我毋捌看讲为着这去个帮忙，伊伫去最近一个目镜工会，伊阁付出来，去一个信任所。讲起来办公厅啦，包括训练所啦，要甲咱提钱，实际见落提着，安那提也提袂着。理事长林新印，哦，大概一年或两年尔。啊，你甲想看罗岗，泉州既然甲袂当甲罗岗斗下手的时，在发布中间，你应该去共争取啊，吼、哦！你当然，咱泉州无倒去办这份，罗岗有啥办？伊一定要有场所啊。啊！张所伫阳关起一间厝，是你甲帮忙者，这做会到咩啊？安尼个会当照顾罗岗，这是罗岗无钱嘛？你要讲去罗岗，去到时来去甲你做，安尼都无啊？你看像咱现主席啊，真成功，这证件可足写出来，不管各行各业拢有。但咱县政府啊，一定爱辅导这种的，加出一寡钱，加把咱基础创好。了，中央咱当提钱，咱来去提。过来，你来去注意一项，咱多年来严管啦，罗岗工会创真济是对啦，吼。啊，但是应该是严管小管啦，应该是会使一日就好啊。吼、哦，这你应该去努力看嘛。你要创再现日是四五个啊，什么联盟啊，什么派系啊，啥哈呢吼？实际这款呢，这些的所在吼，来募集的分类，这些无法再发到会使几个嘛吼，伊、哦、几个就会使组织工会、总工会嘛，吼、哦。啊，所以讲即摆你看，咱即摆预算，咱管府有限的预算，要来个分予工会、四五个总工会，安尼力量就少去啊。啊，我毋是讲拢缩缩的就真好啦吼，卖互个。搁坐起啊啦，阳关袂使搁坐啊啦吼。那两三个有竞争力是真好，啊，若是过坐起，我感觉是讲无好啦吼。来，我看是阳关有较低啦，啊，即我是希望讲下摆了伫分车，伫分车时啊，咱泉州来强有力，来个主导讲啊，他这坐有啥代志吼，啊，我甲伊到迄度，但即摆会一步一步改进的原因在。伊个发布主要关系是罗岗的工会问题，罗岗工会，
拢分工会嘛，这个工会哎是拢假呀，迄有诶无做注意，头先八千几个要倒去做，咱要叫工人无当叫，拢假去分。但是啊，迄就是竞争啊，啊，理事长是先去做，即款拢无好诶现象啦。你真正劳工，你做劳工可以做嘛，你毋是做劳工为了劳保，你去做诶，迄款咧就是即摆产生间接，即个基层工会要过分就是安尼出来。啊，招小鬼啊！伊就去报啊，出啊倒提钱，中央倒创都做。实际上，咱发挥哦，无多。实际上来讲，劳工会当去得到伊的福利，甲伊的应该政府关怀的代志也袂，拢袂当做。所以讲，这就是伫劳保因来甲产生这代志。啊，我是讲，这是咱做一个劳工局，爱去预防，卖有这个遮尼济啊。这个工会啊，线安来去讲起来较歹听啦，唔是正式劳工起来混这个工会，啊产生后摆来派去啊去抓劳工，迄绝对袂当请到后摆咱真正工人优秀爱咱手个顾，你真正工人那个顾就真好啊，啊假劳工那个顾都无资源都无彩啊，所以这吼我就是讲地方爱好去，因为工会啊。这个工会也好，总工会也好，不管哪个工会，即卖现主席的派系真厉害，应该你也亲身来了解，应该你也比别人的处长啊，更加了解劳工的这个心态个对。啊，本身两项叫伊就讲，政府有一个，甲咱奖励，提来积分，咱这边爱好好去甲辅导。第二啊，无应该劳工去要做。做成工会派系安尼到处，应该严管啦。总工会唔通过济啊啦，应该遮照遮当做着啊，应该是差不多啦。过落应该咱管事会插落来底，去了解恁到底是安啦。那真正健全又发展一个好劳工，有较好的理想，比旧的更加好，咱无要紧。啊，若真正派系来，过来产生社会这制造经济问题啊。第一点，咱政府也无走去发出去，啊，馆长也走到袂去啊。劳工是这就是啦，那么个馆长去上去做会的个是，啊，遐是劳工，遐是劳工，遐劳工。啊，咱政府要照顾劳工，也照顾袂到。哦、啊，这你看嘛，双方。感谢张经理长对劳工处当前的支持哈。有关的积分的部分哈，咱不但是用咱的捐款嘛办真侪张啊，有一部分的迄个职业训练哈，是用中央款的哈，就按基金遐来办的哈。啊，针对失业者，针对在职训练，包括生障者哈，包括中高龄者，包括妇女哈，都有分门别类伫个办这款的职业训练。啊，为着要增加咱劳工会当。找到搁较好的头路吼，一啲训练内底嘛有特别吼，要求即个职训单位首先爱去开拓迄个职缺吼。你训练即个工作啊，训练了下当去倒位就业吼，先甲迄工课找好边吼。啊，有个为着要增加因迄个工作的时阵呢，迄个工资会当较悬的吼。啊，我有几落个班拢是辅导他考证照吼，丙级证照、乙级证照吼，考上了他的薪水就会比较优渥一点。那甚至有时候。在那个训练的过程中间，如果有什么不适当的所在，有这个受训的学员有投诉哈，我嘛一定拢平常时就拢有去查班啦哈，看那上课的情形有确实无哈，还是只是去报名啊，都无去受训，还是是不是有顶替的状况，我们都很严格在查班啊。教育训练的品质哈，我嘛弄足够的哈，啊，尤其那是有人申诉案件，我们就会要求这些职训单位一定要做改善。那明年度我们也一定会继续这样做哈啊，尤其是对于劳参率比较不高的这些，比如说中高龄跟妇女的部分，我们会特别来加强这部分。那么，感谢张经理长给我们的支持哈。
啊，确实宜兰县拢总有五大总工会吼，比起其他的县市，有影是无算少啦吼，已经不哩啊济啊吼。啊，所以我拄就任了，我到每一个工会拢去甲因拜访，啊嘛用真长的时间吼，甲因座谈了解各工会的情形吼。啊，我所知影咱劳工处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吼，还是我就任了还是未来，咱拢会针对虽然是五大总工会吼，但是咱有真济共同的活动吼。促进大家联谊啊，有些东西要防微杜渐啊。如果说咱知影内底可能有一挂无好害，可能会分裂的情形吼，我嘛会事先来预防吼。确实是无适合有伤多的这个总工会，尽量我们来促成大家的和谐。感谢张经理长的指导，感谢。啊，这只安着听说讲，你不如真紧的当进入你的职务了哈，因为你都讲。一主题应该较知影，本身要遮真重要，甲你拜托你。预算要精细，训练啊一定要伫做，即个上简单，特别失传失，特别无去啊。你讲一个上简单的，加头毛、加洗头毛、加泥子的碳化，你加甲搬一挂，你看遐囡仔，遐囡仔伊会晓尔，伊就兴趣他去做，较袂像遮囡仔。我感觉讲，女子烫发也好，啊，查甫诶理发也好，你讲这是小小要失传，咱政府来当甲鼓励落，是啊，来降低，啊，伊来去学校啊，这个是差一丝啊。我想这款的实现的问题，我是希望讲，咱政府啊，未使讲看你边啊，一定爱经费啊，种种也好，加办一挂，啊，做讲一届三十个、二十个。调查的咱就真欢喜啊！阿伯伊未去失业啊！即个劳工你看，菲律宾、越南、啊、新加、马来西亚，遐国家你看，大多过来吃些，那是拢做些事业尔。啊，咱若也甲训练起来，咱适合就未遐久。管路去牺牲是话，应该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啦。这本身就是希望你会当切实来做。好，谢谢。哎，老大，哎，多谢多谢，好，谢谢老大哦。那我们很感谢，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张秋明张演。议长，两位处长哈，啊，各位科长、主任，啊，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哈。我来请教这个商局了哈。恁像人员的装备，我看你内底写个遮尼济，讲恁伫配备，但是恁装备伫人员的顶管，无讲营销经销，伊目前哦衫、鞋啊、手套、防护面罩、甲帽啊嘛，差不多是安尼嘛吼。啊有目镜无？唔知啦吼。啊面罩顶管就有好。啊这个、部分到底？是啊，偌济已经超出年限，你只能讲啊可以用，啊无换的。啊，你看起来恁讲1107年啊，你要什么换？我唔知恁到底到是烂到什么款，会使请你做一个回应。马哥，你免看伊啦，你我甲你讲你就使去，伊唔敢叫开，别歪后你起来啦。啊，主席，啊丁议员，多谢丁议员，对于咱二小的关心啦，丁议员登记就是。参与咱营销活动，所以有人所讲的部分是咱随身装备嘛，是甲咱营销上直接的。在民国1803年，阮就发觉有这个部分有问题，所以1804年、1805、1806、1807年，阮有写一个忠诚计划。那么去年有汰换56套，今年汰换119套。什么？你消防衣？消防衣？消防衣全套。哦，每年1809套，后年嘛1809套。那么目前，阮今年在省会议的时候，我有要求我们抢救科全面去检测。啊，丁宇文所讲的使用年限消亡一起3年，可以报废，可以报废。那阮全面的检测，因为包括讲有的用较频繁，因为东山路东较频繁，哦，南部大同就可不遐频繁。阮全面检测的结果，目前差不多有正拍头的这个消亡衣吼，有较状况比较不好。那这个部分。阮今年110套换了，免1809套，基本上啊，这消防衣
拢会让完全汰换。另外就是讲安全性，目前是没有问题的。以上报告。没有问题是你讲的嘞，三年都要汰换啦。你上久的多久？上久已经多久啊？不过张员，目前我所在大概还有九年左右的上位，但是、啊、但是我要甲张员报告，就是讲，那是可以报废的年限。啊，有些上位并无讲使用遐尼频繁，我有叫人来检测过啊。重要你这个啦，重要你，我无希望讲真正有影讲，因为用到遐个消防衣，到尾啊，直接对着咱所有遐个警义消防人来造成。无应该有诶困扰啦，这是我较在意诶啦吼。是是。啊，我拄仔拢有你讲过面罩啊，面罩倒是欠几个。面罩诶部分啊、经过今年诶换，基本上啊、我所在吼当初嘛有希望讲啊张议员去建三来支援这部分。那目前伊并毋是欠，就是讲伊诶吼是橡胶诶用吼，啊用了着较歹用诶时阵。有些同仁惊讲诶漏气上的问题，不过这个部分要入火场进行，我拢会做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想办法立刻来汰换。谢谢。安尼讲啦，唔是讲入火场进行来检查啦，当时要入火场上载，你应该平常时都要定时甚至不定时的抽查，安尼才有法度讲真正有影落实遐管理的问题啦。那无只，你讲听后脚讲。要出勤啊，讲要去拍火啊，将摕来我看卖检查看，时间浪费之外，那卡输遐物件袂用哩，遐人要哪入去？甚至于你伫汰换的时阵，各分队大约上应该是配备什么款？唔通讲有诶分队甲外卡贴底，有诶分队甲放麻麻，那安尼真正会出问题啦吼！我一直担忧所有诶警义消。兄弟啊，要入去火场，一定要有上好的装备，要保障因生命的安全啦吼。这是我特别要要求咱消防局吼相关的科室啊，特别迄落吼，特别注意啦。啊，我本身发现哦，消防栓呐，消防栓恁到底有安那样啊？叫恁同仁去理解讲消防栓到底伫倒位，你知唔知？知。在我甲看起来嘛，无一定。恁消防栓顶悬啊，遐外口遐有创一个圆的指示标，哦，甲讲做叫消防栓。啊，若风台来吼，伊个个圆下底个一个支撑，一束仔支撑尔。风台若来，就弯落，就头就沉落，勒啦。啊，若到尾啊呢，嘛煞全无去啦。哦，迄个物件是要让你知影讲上紧的速度，知影讲消防栓伫哪。虽然啦吼。即届所来第一个来的人，不一定讲即个区识甲识啦。除了我要求恁爱特别去想办法将遐标志搁较落实、搁较清楚之外，嘛要求咱的同仁对着每一位应该爱的所在，应该特别清楚啦，吼，特别清楚，即才有法度讲啊，来做好咱救护。上紧的完成咱家己任务的上好一个物件吼，即消防栓的部分哈。啊，我过来请教吼，即马义消拢总欠哈侪个呀？到底是分配伫倒位啊？欠的是分配伫倒位啊？主席，你讲，有关张议员所咨询即个消防栓，迄、那个白的部分，迄是自来水公司设的。那是十几年前啊，因为人工的部分派去辨识。目前宜兰县所有的消防栓，我们已经用 GPS 定位了。然后只要救灾的时候一发生的时候，我们勤务中心会把水源图调出来之后，诶，传到阮指挥官，伊手机内底就是讲啊，中华路跟中山路交叉路口，到底有一个消防栓。啊，这个，我们张议员所关心的这个标志，那是。十多年前自来水公司标的啦，吼、哦，啊，因为目前用科学用 GPS 定位啊，吼、哦，啊，有关你所关心这部分，我嘛提醒自来水公司哦，外衫爱甲修正，景观嘛歹看。第二，有关义消的部分，目前阮义消的编制是620个，哦，就是直接救灾，啊，包括各部门的
部分将近1020个。国文卖讲啦，哎，啊，目前多少可以？目前我那边目前至少有520个，对，哎，是516个，520个，哎，啊，我欠100个，拢分配伫倒位啊？哎，不是分配，是各分队去招，招了阮统一训练。我即马说分部啦，分部不是分配，分部就是12乡镇拢有。12乡镇咯，是边境车欠的就对了。每一队的预销拢有达到80%。直接安尼讲啦吼，要做义务的工作啊，一定爱有伊的心，爱想袂，这真重要。但是加减蛮有诱因啦。是是。你要互伊感觉直接做起来真光荣，嗯、你爱互伊感，迄伊个人感觉出来。是。从恁弟要安尼样啊，要从预销训练也好，或者是讲做普通时的。诶，大家伴弄啊，做伙也好，你应该去用心啦。好哦，甚至伊欠人欠啊呢，到底是要哪样来个帮衬？对，我比讲，比例讲，东山，东山街啊，才少年的都较少啊。伊是毋是更加退开较多呀？会使你地都是到位，卖讲我地地啊找人。哦，是。那安尼来讲，应该都对帮衬会较好。是。哦，这应该是爱。佫刷咧，拄啊讲的，所有装备，你若会当讲照规定安尼个做好。即个人啊，讲我来去做义消，互人尊重之外，我安全我也有当保障。伊、嗯、要入面嘛较好，入面过啊一日坐着，我口罩即嘛破一空，衫啊只也袂好洗，我九年无换，我留食十年无换，安尼我甲想，伊要怎要入面？即嘛是可能其中之一吼。我虽然无讲彻底落去做了解，但是我嘛唔忙，咱的科啊，咱的局长吼，要求科长啊，甲即个人做一个了解。好，希望会当更加落实啦吼。好啦，你请坐啦哈。啊，过来吼，就是讲咱的叫做救护员的迄个哈，我顶边有跟你讲过啦哈。救护员的迄个也有迄个 EMT1、EMT2 啦哈，EMTP 这部分啦。啊，你到底我跟你拜托，我你到有甲增加有甲训练了无？啊，我你小讲一下吧。目前宜兰县挂勤的消防人员216个，90%以上拢有 EMT2， 吼、，EMT1 是较资深，高中这科长啊啥无从事外勤。至于迄个丢员关心的 EMTP， 啊，伊爱训练的时间十几个，我每年已经有编96万，准备搁送10个出来训练。以上对啦。啊，这个 EMTP 你嘛爱互伊知影讲分布较差不多者。你唔好讲有嘅所在，遐济个，有嘅所在无半个。爱互因知影讲有这个证照啊，是公用的。啊，有这个证照，对你真正你要讲救护，真正有法度做好或者啥，积一下阴德嘅咧。无你去啊，啥嘛袂晓，手断伊个白个卡去，安那样嘛，这是无遐尼离谱啦吼。我嘛讲你 EMTP 电管理会当更加迄落啦吼。过来一点。精神病患呐、啊，强制就医的时阵，我捌所了解是有警察讲说伊无用，袂去或者参加啦吼。我伫咱警察局的顶管，我有讲过啊。我嘛唔忙讲咱的兄弟要共互相遐个兄弟也嘛共款，真正拄到即款困难的时，应该你透过相关机会，互因知影讲，这若无派去，一个人伫遐开车，迄时有时不时就发生危险啦。何况个卫生所的人啦，同齐去拢查某囡仔，啊啦，真正叫军粮起来，叫天袂应啦，叫地唔知啦吼。这点嘛，拜托你相关机会应该透过开会啊，才是讲迄啰。你了解歹，然后知道这情形，应该要求啦吼。好，谢谢哈。来，我请教咱的劳工处啦哈。你哋讲青年是就业这个资讯的问题啊，恁讲我的用心吼。啊！你这款的物件是安那通知？安那通知，大家知影讲，我要参加这个青年这个就业个咨询的训练，这到底安怎做？是，报告丁议员，我呢，就业媒合，我有广播哈，透过电台的广播，透过宜兰乡亲频道上节目去做宣传，还有 DM 啊，透过 Facebook 啊，透过各种管道去做宣传训练的。我不讲，阿未讲个美好咧。哦，
哦，训练的部分一样，我们会有我们会出 DM 啊，会在 Facebook 啊、会透过广播说什么时候要开这个班，可以到哪里哪里去报名嘿。我是安尼感觉吼，钱要开落，爱有得到效果。是，你真正要训练，真正讲真济，即个青年有需要这款的资讯，应该你很知影，知影了后。收起来效果检讨以外，咱嘛爱加强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领域内底爱加强，这嘛是一个真重要一个问题啦吼。我希望讲恁伫遮会当阁做阁较用心啦吼，阁较用心来做出去。啊，我有看到恁就业关怀服务内底啊，针对着在失业也好啦，迄落也爱训练，也蛮落实啦。我看起来，你唔通讲甲放放的，甲罗主管的同款。你老主管，你不是讲听候上来，到这要争议啊，要调解啊，咱才来出手，并不是这个意思。甚至发生公安事件、工作安全事件的时阵，不管来对着哪一边，对着拢爱甲斗协助，嘛爱紧催啦。不是讲发生了后啊，你来甲处理你，安尼就算啦，啊，就管他呀，卖插伊。哦，这个部分我唔忙讲，会当请恁会当顾客。落实的做好事啦，哈。啊，拄啊，你讲到咱没有就业没好的代志啦，我嘛拜托处长啦，你到新来吼，甲咱一个就业科吧，哦，恁遐部分爱阁特别注意，哦，我特别捌问过，我当甲你问，你可能嘛不会到啦，哈。伫没好的时阵，没好，可比讲500个，到底这500个，当要不要做？哦，有滴啊做啊无？啊无滴啊做，原因伫呾？恁来分析出来。是。哦，恁我感觉讲，互恁一个时间，伫迄、那个明年吼，定期大会进行。好。你从这两三年诶迄落做一个物件出来。好。哦。好。讲到底是哪样？你没有遐接对没好？啊，每一摆就讲几啊百个。啊，到底倒是有几个人伫内底？唔好讲搞啊多应付多迄落，安尼根本都无才了去了解到讲。因先那样人做袂掉，我、这个部分爱拜托吼，唔通讲啊，做甲美好都啊，管他啊，剩的都袂啦，啊，你直接无倒去照顾都落工啦，这样坎坷你嘛拢唔知影啦，你就能讲哇哇，这大钱都入去啊，好不好？好啦，我请坐啦，好，谢谢，谢谢啦，好，多谢哈，谢谢张议员哈。那我们现在接着请陈富山陈议员。啊，主席、议长，那个咱。啊，局长甲处长，啊，个咱的消防局甲劳工处的这科长吼，啊，媒体朋友啊，各位同仁大家早。我来请教这劳工处处长吼，你对这个一休一例这个，目前中央在处理这个一例一休这個，你有什么看法？你讲给我听。你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讲我听。你的看法，你的看法。我的看法哈，我感觉讲为着要保障劳工卖长时间的连续工作，例假日是强制休假，这个有必要。但是为了要维持企业在人力调度上的灵活啊，以及劳工有时候他会想要。有一些比较弹性的做法，休假就是说休假日他可以弹性的来安排上班，一例一休是比较有弹性的做法，我支持这样的做法。但是中央可能在关于例假跟休假定义跟适用上，可能在政策上说的不够清楚，必须要再加强沟通。好，你请坐。这个咱处长吼，讲起来你都讲运动，然后讲。运动内底吼，嘛真久啦吼，啊你必须也做较久啦吼。所以讲，我感觉啦，就是讲，因为这牵涉到等于70%-80%的这个劳工，因为农民内底冇劳工啊，哦啊工人内底农民，都是较弱势这个部分吼。啊，所以讲，你这个政策，你民进党这个政策。进前啊，我个人的感受，甲我的看法，甲最近的感受了吼。恁过去就是讲，我要保障劳工，保障农民，对不？啊，你即马咧，嘛违背啊，对不？劳工摸唔着，什么物啊？
劳工资方也好，一定是要平衡嘛，就是劳资双方，你会接受，我嘛会接受你，吼、哦。你资方无法度相存，劳工嘛无法度迄落啊，吼、哦。但是咧，即摆劳工实在讲，过去卖讲是即摆政府，过去的政府也同款，吼、哦。你包括讲，迄、那个李登辉也好，阿扁也好，马英九也好，甚至甲即摆即个蔡英文也好。这个区块，我敢讲对劳工呢，拢非常的无公道。因为你薪水未升啊，你看电视上嘛，唔是讲我咧讲啊，这样个大家拢知的嘛吼。你包括咱的网站也好，咱的迄个这个组织处也好，吼，咱的各大这个官方的这个媒体也好，伊所报出就是讲，咱的薪水拢倒退到十五年、十七年这个薪水都不涨，那不涨。劳工是安那讲，我看嘛讲，我最近看讲，咱咧过去，你参加太阳花事件这家人，回头转来换你来控制你民进党，啊，这是安怎？哦，当然，这个战术甲你要处理，这是无法度处理啊。不过我是多在甲你一个探讨，因为劳工讲实在哦，真可怜。你第一点，咱台湾的劳工是过去吼，过去讲蒋介石时代的时阵，迄阵咱啊细汉啊，咱差不多啊。你会比较较少的时数啊，看的就是讲，大家拍拼，吼，直直拍拼，直直拍拼来，啊，才有产生伊安尼伫农业、工业发展加啊，这个精密工业，啊是电子业等等，这拢是劳工一路拍拼来。结果你也看，过去迄个年代，吼、哦，咱牵较远的一数啊，讲就是讲，啊，咱甲亚洲只香港、韩国、日本这会通比拼哩。但最近，你讲这几年，尤其这几十年来呢，咱的薪水大的降低啊。但是刚是的，所以一点啊的需求就是讲，我再给你要求七天假，无你最起码就是讲，我就讲啊，教师节一天，啊，但都告诉这，咱无休困，咱告诉都无困，你都讲刚刚困，这拢会使上头的物件啦。但你讲都讲吃这七天去哦，薪水佫无低啊，无唔对，你这个政策是加真好，无唔对，但是。薪水无加啊，嘛是同款无加啊！你讲是讲加几？哦，你讲你对这个明年一月一号要搁调偌济？吼、哦，你讲对这个物资的这个波动有影响无？一碗面，你也照安尼讲起来，一碗面给你起五块、起十块了，一个月内底，啊，一个便当内底就差去啊！他真的就是这点啊权利尔，恁搁唔会啊？哦，我是感觉讲，这是。大局的国家的方向啦，我想今日借这个机会跟你探讨。第二，我请问你，就是讲，现在以前有这个智慧工程，好、哦，我想好的智慧工程就是六个月这个短期的这个比较中低高龄这个这人的，哦，这人的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现在没有了哦，现在没有了哦。啊，我一点请教你，就是讲，你知影讲咱这个劳工，好、哦。哦，这个劳保的人，假设伊都要，譬如讲，啊，都房租欠也好，也是头路食无头路也好，这个资讯，恁当怎，恁觉得归有得办？来，你怎答？目前办理资讯的，除了有宜兰县政府之外，哈，还有一些的资讯单位，他们会直接。你讲恁宜兰管政府都有啊？哦，宜兰管政府的部分哈，你是说开哪些班是不是？对啊，对啊。哈，比如说我们有中餐班，有烘焙班，有咖啡饮调班，有多媒体视觉设计班，有餐厅、饭店、旅馆服务人才的证照辅导班，有西餐烹调证照班，有中式的米食加工班哈，还有门市服务人员管理班，网络商店的经营行销班，还有美容丙级证照班，手工艺品制造班哈，手工艺品的制作培训班啊，家事服务员训练班，还有照顾服务员的训练班，女装技能的证照班，按摩养成班，餐饮清洁服务班，餐饮清洁非常多的班，一般都好啊，嘿，几班？拢总哦，二十一个班啊，人数嘞？每一班拢招生人数大概都30个人。嘿，啊，会办无？通常拢会办，有当时啊，因为资格袂下中，会可能有一两个会退训，还是其他的原因无上到完。嘿，我怎啊怎啊跟你讲啊？吼，这是真好的，这个咱的，家己管政府的，你先做。
你推动的这个算讲好罗岗朋友，事业也好，还是讲伊要个，因为车到现在为止吼，恁这个办几年啊？当年拢有嘛？当年拢有，当年拢有嘛吼？是。啊，所以讲你即马你也看，即马一寡民间的企业也好，你这吼，民间的企业也好，公家的企业也好吼，一般来就是有一个执照。我今日特别提起这个问题，就讲即马去到单位啊吼，主办买执照了，哦，啊你总反正你若卡着，有要做啥，就是拢爱出爱执照啦。执照人家有相信讲你去大过，也是讲你学过，哦，我是感觉讲这班的有需要吼，较密集一丝啊啦。恁安尼差不多拢一期两个月吧，一个月两个月。差不多，差不多是這樣。啊，你科长，你先答，你先答一下。一期多久？要看那个时间，我这上是200点钟到400点钟，差不多两个月左右。两个月左右嘛，吼。是。啊，你若讲单向的吼，一年拢办几遍？一遍啊，两遍？单向。我譬如讲，我譬如甲你讲，你就讲没话就好啦。我即马譬如安尼讲啦吼，你当中21项嘛，我从一项，这时间拢偌长？两个月以后有个办无？有个办嘿。上下半年是不是？我这相关是迄个依照迄个每一季，就是讲咱开了，比如说咱年初吼，差不多2、3月也开始开办了，到差不多10月左右安尼，这个期间拢陆续咧开。哦，就是要先报名是不是？我就是讲迄个班啊开了就开始。哦，你开了直接一班，假设讲直接一班啦，吼，啊，这个都满啦，啊，下半年度有没有？嘛是有，无直接一班是迄个去年冬天落去办的。旧年冬天，嘿，旧年冬天总共开21班，啊，咱是迄个时间的优，就是讲一班差不多两个月。对啦，我意思是讲，你这两个月办完，嘿，同一个项目有没有在下年度有没有在办？嘛是有，从迄个中山的部，咱的。我是讲，安尼给你建议啦吼，比如讲较热门的吼，你就讲你一班3、4个人也未加你啦，正10个嘛未加，到一定的差不多80%以上这个人数的话吼，你一年吼，等于加开一半。啊，那讲你知？即马随先讲起，每一个行业，根据我所知影吼，像讲咱当时啊，人找咱印一头老板，讲啊，好啊，啊你甲资料摕来，啊有执照无啥，就是考到执照的问题。啊，你即马你若讲去甲上课啦，伊若有上过有啥，伊都会响啊咧，伊响无听，恁内底嘛有冇咧考嘛，人相关单位咧考，咧考，啊有一个执照。啊，我是讲啊，这个部分咧，但项目就是讲通好最少一年开两遍。开两遍，要么伊若讲前两个月伊学了无真好，伊阁去学一个，学读较无遐好在，有人读较无遐好啊。哦，要阁学一个时阵，伊还阁这个机会去，哦，我阁学一个，我加学两个月。哎，两个月当啊，拄要开始啊，拄会晓啊，会晓敢未晓是？哦，我是希望讲就这个部分的，哦，你加开，因为今仔日就是讲咱县政府本身的这个有预算，哦，也是讲咱的主导，不管讲你的这个预算来源是从哪里来。最起码就咱主导，你就是予咱县官民，予咱遮个讲，因为这伫学的人拢是差不多30外岁啊、40外岁，即真济嘛。吼，伊算讲无一技之长啊。啊，即马大家先讲实在啊，连他大拢全大学毕业啦，差不多拢大学毕业啦嘛吼，差不多80-90拢大学毕业啦。以前也大学毕业，那阮这个年代，哇，这不得了啊！读一个大学毕业就增加一个尔。那现在不一样啊，跟高中也差不多啊，然后70-80大学毕业，但这个专长。我是希望讲，在咱的医生内底，吼，不管你来往这度，多多办几项啦，好不好？哦，啊，你把这个详细的这个资料，我咧装起存的时阵，你给我一下。我拄啊讲起来，哦，你到底这拄啊处长讲，你讲这21项，好，21项，1项内底，你一年办几项？好，啊，时间地点，大约拢是都要办。好，啊，恁所聘请的这个师资。老师的这个东西都要来，哦，免写名啦，但是你迄个方向就我到，迄个，可能这个项目，哦，啊，这个项目，哦，啊，这个项目，啊，这個、老师是安那排安那请，哦，这个你爱记得，哎，请主席列入记录哈。好，列其他事项。哦，啊，过来我请教你一下，现在处长，大陆移工，拢什么人，什么单位在管？大陆渔工是渔业署在管理的。没有，我说我现在政府是谁在管的？渔管所。渔管所对，我知渔管所有加鲁港有恁这边有签注。我这边管理的渔港的部分是拢东南亚籍的，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
哦，就是无参个，无包括台。对，因为他们适用的法规不一样。那个大陆渔工他是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大陆渔工那外籍渔工的部分有就业服务法的规范。嘿，我曾经吼，你要未做进讲，你才坐吼，要未做进讲有接到这个雇主、雇主，应该恁拢知影吼，雇主甲这个外劳吼，等于外籍渔工啦吼。不是大了的就对了吼、哦。啊，这个事案发生的时阵吼，你过千几年，都对啊，过。哦，当场就是讲，比如讲，我今天起来发言，伊有申请到立法院啥等等，哦，有的是资方去申请的，有的是外劳去申请的，所以产生矛盾很大，产生矛盾很大。尤其咱南部遐常常发生这个问题，有几个雇主要甲申请这个问题，我是讲。就这款的部分，有当时啊，就是讲，咱以法令、人道来底处理，当然爱甲处理，吼、哦。但是甲咱真侪雇主，咱都无遐真侪雇主，咱是准啊头家啊，哦，等等，恁有啥物唔嘛的法令，恁咪爱去甲协助。哦，恁若无去甲协助的时候，有当时啊发生起，伊一日就是去卫福部去，就一日就去立法院去。啊，你嘛你讲公文倒倒倒来，啊，恁就敢若讲像人的迄个。像建设处的，迄个啥，检举同款，一通电话来就叫人停工。你怎知道我这个意思啦？我是比喻因听啦。哦，就这部分呢，应该是要好好啊。咱这其实讲起来，咱这南方我这掠鱼的大多数吼，差不多拢七八成已经拢成用用外劳渔工啊啦。哦，因为咱差不多也无人啊啦，无人通啊掠鱼啊，拢成这老人咧，老鱼船长这一点咧。这个部分呢，我是希望讲，你的主管科都是科，都是科办。劳资关系科。好、哦、啊，我记了。你这嘛吼，就这部分哦，爱去甲这个渔工啊，甲雇主，有什么新的法令规定，你另外去讲给他知。唔能大家打摸不透啊！你讲安尼，我讲安尼，你讲一案，我讲一案，啊，不然就是情势、枪势，安尼蛮莫了。哦，那伊讲解决，你才着甲解决吧。咱双方拢甲伊顾啊，劳资双方拢甲伊顾嘛。哦，这是恁的，我是甲你建议啊。哦，这就是咱进前有帮到这问题哈、哦。哦，感谢咱劳工处哈、哦。啊，我今麦来请教消防局。目前啦吼、哦，我顶会期应该有甲伊问过。目前，咱的义消吼，敢若下台愈来人愈少，当然这是囡仔愈生愈少这。后壁起一定是愈少，这是无唔对啦吼。不过咧，啊，拄仔我也听几个同仁伫讲吼，就这个部分，是有什么方法？尤其是装卡，你知道嗎？较严重咧，你市内限制也较袂遐严重。吼、哦，装卡，你像讲，阮总会来讲，啊，都减真侪人去。就这个部分有什么变通的办法？也无着你着减少拍较侪。有什么办法？你答。哎，主席，感谢党议员诶，这个指教吼，这个义消的部分，我想党议员对众义消参与嘛真济啦吼，啊，今年众义消嘛增加六个人啦吼，那义消的来源主要是可以讲已经做义消的人，伊的朋友、伊的同学、伊的厝边啊，安尼是较直接啦吼，透过这个。比如说广告啊是啥？因为当事人感受没有不会那么深。像众宇来讲，今年也过一个朴素义消了吼，伊伫宜兰大学做助教，所以我咧想这个部分吼，我会透过除了义消本身的系统以外，广告我嘛会来做啊。这个有关媒体啊，鼓励义消，甚至有关鼓励措施，我两个来研究。好啦，谢谢局长啊。因为伫消防局内底，你算讲用的一个啦吼，那。登记的大家拢袂歹，但是你算用的一个啦。你算讲，包括你救灾等等吼，你做过副局长的时，做秘书的做副局长的时，都一路来你都有目共睹啦。这毋是都在跟你学了，确实是虽然是安尼，但是这个部分会愈来愈减少。我是希望讲，你呐，因为你嘛真接下乡嘛吼，真接，莫讲是咱壮伟啊，莫你我看你眼光拢真接落去。你甲这分队长啊，等等这啊，退休去这的吼，我讲啊，恁遐有啥人啊啥人哦，你也去共鼓励一下。哎、啊，你啊鼓励，有时候阿达局长来只鼓励啊，吼，反正咱个结少一半，这
即有时候吼，你有在理的地方，有当时你家叫我无定要去啊。哦，啊，你啊亲戚熟识，你讲遐体育遐尼济，哦，购物遐尼济，即甲你来讲，我看你十个捌九个以上，哦，就这个部分的，你爱去加强啦。啊，无吼，咱讲真个，即马拍会愈来愈少人，啊，愈来愈少人吼，会产生个真济问题出来啦。哦，你无看讲烟管，你过去你啊看，哦，我唔是讲啊，这个比赛安怎啦？但即马就，你知意思？都较少人去啊，啊较少年的愈来愈少，吼、哦，啊你所以顶顶了你就输啦嘛，吼、哦，这第一项。第二项应该是安尼啦吼，减、哦、少的部分，我希望讲你有机会，吼、哦，去消防署开会，还是顶顶，还是你直接，吼、哦，主管汇报是你嘛使甲馆长讲建议者。什么全国技巧的部分哦，你呾讲着兵啊大，可靠少人做啦，吼、哦，兵大嘛。但嘛较少啦吼，也替代业真济，电脑图做替代业，我看替代业拢真济吼。啊，是毋是讲减少的部分咧吼？建议当然，伊即个卡着经费的问题嘛，我建议无够是安尼，但是减少甲警察即种共款啦，认定你另外尽量讲请中央政府。哦，你反映咱馆长是民党的总常委啊。哦，你家己反映，我拢家己反映，反映这毋是咱人员的问题，就是全省、全国内底的问题嘛，就是你人员无够嘛。我看大家单位拢。